春秋战国时期是华夏历史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凝结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春秋战国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分裂和战乱，处处礼崩乐坏和民不聊生。春秋战国时代看起来比较乱，但只要抓住其中的重点，就能一窥其中的全貌。春秋时期的主角是晋楚之争，而到了战国时代，其他诸国才相继成为舞台上的主角。 首先站上舞台中央的是吴国和越国。吴国凭借一己之力差点灭掉楚国，而晋国不但失去了霸主宝座，国内还出现自相残杀，使得国力日渐衰弱。但晋国的统治阶层还对往日的荣耀保持着向往，他们一直在寻找走出低谷的时机。此时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带领晋国重新崛起，他便是赵鞅。赵鞅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晋国的政治制度。 晋国实行的是六卿制，国家权力掌握在六大家族手中。六卿分别为智氏、赵氏、韩氏、魏氏、中行氏和范氏。这种灵活且富有竞争性的制度，确保了晋国的政治活力与领袖的才能。在历代晋国元帅或执政中，几乎没有谁是庸才。不过，这种制度却难以称得上尽善尽美。它的副作用是各大家族间相互倾轧与血腥内斗。 每积蓄一定时间，便有一次大爆发。每次爆发，势必有一个或数个大家族从权力舞台上消失。公元前四百九十七年，六卿中的中行氏、范氏联合在一起，与其他四大家族爆发了内战。这场内战很快演变为中原大战。齐国、郑国、魏国支持中行氏与范氏，以此来摆脱晋国的统治。就在晋国摇摇欲坠之时，赵鞅挺身而出，他临危受命。 率领晋军挫败了中行氏、范氏的叛乱，也将齐国、魏国、郑国的援军一起消灭。晚晋国于济岛平定完叛乱后，赵鞅成为晋国的元帅与执政，是晋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赵鞅志高存远，想恢复晋国曾经的霸主地位，但此时的齐国已经崛起，在东方独树一帜；而吴国在东南不可遏制的崛起，大有称霸中原之志。 其他小国眼见晋国实力大不如以前，也纷纷敬而远之，寻找新的靠山。赵鞅虽有光大晋国之志，但没有选择穷兵黩武，因为他知道晋国最需要的是修生养息。在晋国沉默的日子里，中原地区失去了秩序主导者，小国之间爆发了连年战争。宋国与郑国爆发了十四年战争，宋国还顺道灭了曹国。实力不算强大的鲁国也浑水摸鱼。 攻破郑国并俘获其君主，迅速崛起的吴国也不甘人后，时刻准备入主中原。公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吴王夫差终于迫不及待地发动对齐国的进攻，兵分两路，从海陆齐头并进。被吓破胆的齐国人借国君的人头起降，他们杀死齐悼公以换取吴国的退兵。以人君自居的吴王夫差放了齐国人一马。可是齐国人还没来得及庆幸。 就从边疆传来消息，晋国的战车已轰隆隆地开到了。此前，赵鞅平定完国内叛乱后，他一边实行韬光养晦的政策，一边寻找机会对齐国出兵。之所以如此憎恨齐国，是因为齐国不停地出兵干涉晋国内政，还收容了叛军首领钟行寅与范吉射，始终扮演着反晋首领的角色。赵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奈何齐国实力强大，他不敢贸然出兵。 如今眼见齐国被吴国碾压，赵鞅当机立断发兵讨伐齐国。在那个时期，国与国之间保持了一定的道德默契，即不乏有丧之国。当一个国家刚结束完战乱之时，别人不能趁人之危。但晋国打破了这个道德传统，对齐国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把齐国的主要城池全部打了个遍。晋国此举也预示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即将到来。此后。 国与国之间的战斗全都是尔虞我诈，不再遵循真理道义。晋国复仇后不久，吴王夫差于公元前四百八十四年再次出兵齐国，并取得了一场大胜。此役，齐国军队战死三千人，损失八百辆战车，前线五名大将成为吴国人的俘虏。吴国用实力证明自己有角逐中原的能力。齐国被灭后，吴晋之间的交锋一触即发。吴晋两国在兵戎相见之前，决定先举行一场谈判。 如果谈不妥，再进行用兵。公元前四百八十二年，双方在黄池相会，通过谈判来决定谁是中原的盟主。在这次谈判中，吴国非常咄咄逼人，根本不把晋国放在眼里。一向低调隐忍的赵鞅差点失去耐心，想和吴国决一死战，但最后赵鞅还是选择了隐忍，把盟主之位让给了吴王夫差。吴王夫差刚坐上盟主宝座，还没来得及对中原发号施令。 越王勾践就率大军前来讨伐，一直打到吴国的首都，最终将其灭掉。而此时的赵鞅非常庆幸，当初没有和吴国硬碰硬，在外交方面的隐忍，让他有足够的精力来应对国内的危机。赵鞅是赵氏孤儿赵武的孙子，因为家族遭受过灭顶之灾，所以对各种危机非常敏感。在赵氏家族如日中天之时，赵鞅却感到隐隐不安。让他感到担忧的人名叫智瑶。 智瑶出身于智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晋国根深叶茂，是从荀氏家族中分化出来的。荀氏家族出过两位执政，一位是智英，另一位是智利。在晋国爆发内乱期间，智利抛弃了与自己同门的中行氏，转身站在赵鞅这边，试图在几大家族中寻找平衡点，继续掌控晋国的朝政。但世事难料，公元前四百九十三年，智利突然去世，留下了权力真空。 赵鞅借机上位，成为晋国的执政。内战结束后，晋国的六大家族变为四大家族，权力集中到赵氏、智氏、韩氏、魏氏手中。其中又以赵氏、智氏的权力最大。赵鞅执政十几年后，逐渐老去。按照风水轮流转的传统，下一任执政最合适的人选便是出身于智氏的智瑶。智瑶是智利的孙子，在当时被称为五贤，也就是具备五大优点。 与此同时，智瑶还是个美男子。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是非常重视长相的，其次才是武艺、才艺、口才和领袖才能。而智瑶身具五大才能和绝美的长相，被世人认为是下一任执政的不二人选。智瑶的父亲智深很早就把智瑶选为家族接班人，但智氏内部曾出现过反对声音。有人预言，智瑶虽然才能、长相俱佳，但心术不正。 智士放在他手里，早晚会灭亡。但智深不理会道德层面的瑕疵，因为此时的仁义道德已经逐渐被勾心斗角的权术所取代。他坚持让智瑶成为家族接班人。赵鞅得知智瑶成为家族接班人后，马上提高了警惕。他不想把赵氏的命运压在别人的预言上，即便预言成真，智瑶会自毁前程，可赵氏会不会比智士更早毁灭呢？想到此处，赵鞅开始深深的担忧。 赵鞅发现自己的儿子并不出类拔萃，至少表面上看去缺少了点领袖气质。他预感到赵氏与志氏两大家族之间势必要有一次你死我活的较量，他必须要未雨绸缪，特别在挑选接班人上必须要下足功夫。赵鞅打算在其中两个儿子中间挑选家族候选人：大儿子赵伯鲁，小儿子赵无恤。按照传统，候选人都是嫡长子，但如今是乱世。 其他家族都是立贤不立长，以此来确保家族能长盛不衰。为了挑选合适的接班人，赵鞅根据自己十几年的执政经验，写了一份家训戒言。这是赵鞅呕心沥血、身经百战总结出来的经验心得。只要遵循这些法则，就能在乱世中立于不败之地。赵鞅将此书交给两个儿子，并告诉他们要谨记于心。三年后，赵鞅将两个儿子叫到跟前。 考察他们对家训戒严的理解程度。大儿子赵伯鲁不但记不住上面的内容，就连刻书的主板也已经丢弃。而赵无恤不但能熟记于心，而且时刻把主板放在身边，时时刻刻谨记父亲的教导。后来，赵鞅将赵无恤选为家族接班人，但赵鞅也明白，赵无恤的才华不能和智瑶相比。在智瑶必定成为下一任执政的情况下，届时赵氏必定会成为智氏的心头大患。 赵鞅需要在去世之前安排好退路，于是安排自己的心腹大臣尹封前去镇守赵氏家族的封邑晋阳。尹封知道赵鞅的良苦用心，于是只身前往晋阳，实施仁政，并告诉百姓这是赵鞅爱惜子民，以此来换来百姓对赵氏的拥护。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执政十七年的赵鞅已经油尽灯枯，临死之前，他将赵无恤召至身前，告诉他。 如果有一天家族有难，一定要回到晋阳，并信任尹封。赵鞅深知智瑶执政后一定会对赵氏动手，但他已经为家族尽了一切努力。往后的日子要靠子孙们自己创造了。赵鞅去世后，智瑶毫无悬念地成为新一代执政。赵鞅的去世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史学家们将赵鞅去世的时间定为战国元年，自此春秋的大门缓缓关上，战国时代彻底到来。 春秋和战国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春秋时代还坚守着仁义的底线，传统贵族精神依然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战争表面还披着一层文明的外衣。到了战国时代，这一切全部被打乱，实用主义完全碾压道德仁义，只要能将对方置之死地，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不用遭到道德层面的谴责。随着实用主义的诞生，社会思想打破了传统的边界，更加自由奔放。 国家统治也不再是贵族们的专利，普通平民也有机会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甚至是大放异彩。在赵鞅执政的日子里，虽然保持隐忍低调，但这种行事风格让晋国得以继续生存。反观盛气凌人的吴国，虽然在黄池之会上获得了盟主的地位，但却处处树敌。在赵鞅去世的前不久，越王勾践已经包围了吴国的首都。楚国、齐国等人也盼着吴国早日灭亡。 此时，吴王夫差举目四望，居然没有一个朋友。危难之际，他向晋国求救。毕竟黄池之会上，两国签过盟约，是名义上的盟友。面对吴国的求救，此时赵鞅已经去世，赵无恤成为家族接班人。因为当初是和赵鞅签的盟约，从道义上来讲，赵氏有出兵相救的义务。但赵无恤根本不想出兵相救，又不能违背道义，于是表面上摆出一副道义相助的模样。 实际上，仅仅派了位使者前去慰问吴王，除此之外，没有相助一兵一卒。赵无恤之所以没有直接拒绝吴王，是在给自己积累政治资本，因为他和智瑶比起来，无论是长相、才华、武艺各方面，都不是智瑶的对手。但他知道，智瑶的缺点是缺乏人心且狂妄自大，所以他需要摆出一副仁义的模样来为自己积攒声誉。除了表现出仁义之外， 赵无恤还以极其险恶的手段吞并了代国。代王的夫人是赵无恤的姐姐。赵鞅死后，赵无恤以扶丧之名让代王前来奔丧。代王身为人婿，自然没有多想，但赵无恤却将前来奔丧的代王一行人悉数杀害，随后发兵讨伐代国，并将代国吞并。赵无恤的姐姐得知自己的夫君死在弟弟之手，她无力报仇，于是选择自杀，追随夫君的脚步。后来。 代国百姓同情代王夫妇的遭遇，并把他自杀的地方称为魔基山。赵无恤的做法遭到家族内部的非议。为了挽回声誉，他把代国封给自己的侄子赵州。因为赵伯鲁因为失去接班人身份而心情郁闷，以致英年早逝。赵无恤把代地封给了赵州，无疑是对当年抢走赵伯鲁继承权的补偿，同时弱化逼死姐姐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赵无恤的一系列行为来看。 他具备在乱世立足的能力，但此时晋国的主角仍然是智瑶。时也命也，智瑶接手晋国后赶上了好时代，因为此时的吴国已经日薄西山。在赵鞅时代，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的加持下，在整个中原大地都横行无阻。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掉了吴国。与吴王夫差不同的是，越王勾践仅仅是想报仇雪恨，而不是称霸中原。灭掉吴国后。 勾践很明智的选择了急流勇退，他把吴国所侵占的楚地、宋地、鲁地分别还给这三个国家，明明白白昭示天下，他无意征服天下。越国的态度对智瑶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此前三年，智瑶之所以延续赵鞅时代的低调外交政策，就是要等吴越战争的结果，评估一下东南两强对中原政局的影响。如今形势已经明了，吴国已粉身碎骨。 越国明哲保身，智瑶认为晋国再度雄霸中原的日子来了。智瑶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想一统中原，恢复晋国的霸主地位，于是便开始着眼四周。此时，阻止他争霸的最大阻力来自于齐国。齐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称霸的国家，但在齐桓公去世之后，就失去了强国风范，一直被晋国压制。后来还差点被吴王夫差灭国，所以在智瑶眼里，拿掉齐国。 并不是一件难事。为了寻找讨伐齐国的理由，智瑶发现晋国还有一块地盘在齐国手里，这个地方叫英丘，是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如果晋国动用外交渠道，也能轻而易举地拿回来。但智瑶想利用这个借口开战，于是以此为由将讨伐齐国的计划报给了晋国国君晋出公。晋出公表示同意，又把计划转给了周天子，周天子也表示同意。实际上，在那个年代。 进出宫和周天子只是各路诸侯的吉祥物，实际上没人听他们的命令。之所以留着他们，是偶然有一点利用价值。比如周天子同意智瑶的奏章后，晋国攻打齐国就成为奉命讨伐了，在道义上占据主动权。智瑶虽然为人高傲，但在打仗的时候并不轻敌，他亲自骑马去探查齐国的阵地，去寻找破敌的破绽，以此体现自己的英勇。按照晋国的传统。 开战前要占卜算吉凶，但智瑶还是拒绝了。他表示，此番出征不是炫耀武力，而是拿回晋国的故土，讨伐齐国师出有名，这一切都是吉利的，不需要占卜。不得不说，智瑶的这番话既体现了自己的胆识，也极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毫无疑问，这场战役也以晋国大获全胜而结束。在战斗中，智瑶亲自上场拼杀，并亲自杀死了齐国大将严庚。 经此一役，智瑶的威望大增。齐国作为曾经的霸主，没有因为一次失利就彻底瓦解。郑国、鲁国、诸国都是齐国在中原的盟友。但智瑶发现，鲁国对齐国并不是绝对的服从。在过去的几百年里，齐国一直欺压鲁国。虽然两者是盟友，但彼此间积怨颇深。发现这个矛盾后，智瑶决定离间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关系。 面对晋国提出的联合攻打齐国的请求，执掌鲁国的臧氏家族选择了同意。于是，两者合并攻击齐国，一举攻克了齐国城池廪丘。此番攻齐虽未取得重大战果，但成功离间了齐国和鲁国之间的关系。拉拢完鲁国之后，智瑶又把目光放在了郑国身上。如果能拿下郑国，将相当于去掉了齐国的左膀右臂。此次智瑶没有选择离间的方式。 而是直接出兵攻打郑国，自知不是晋国的对手，便向齐国求救。从盟约上来讲，齐国应该前去救援，但前几次与晋国交手均以失败告终，心理上不占优势，贸然救援肯定失败。为此，齐国派出大将田常前去救援。田常先是以财物慰问了在晋齐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又把五座城池封给了在战争中阵亡将领严庚的儿子，以此来振奋士气。 同时，田常还严明军纪，行军的时候丝毫没有扰民。他身先士卒，亲自率兵出征，并展现了极高的军事素养，最终到达了郑国。智瑶眼见齐军士气正盛，挂帅的田常也不是一般人。考虑到此次带兵并不是很多，于是选择了撤退。这次失利让智瑶很不甘心。公元前四百六十四年，他又率军卷土重来，一路推到了郑国都城。 眼见胜利就在眼前，智瑶和赵无旭发生了矛盾，而且是正面冲突。在进攻郑国国都之前，智瑶命令赵无旭率领士兵打头阵，但赵无旭没同意，因为晋国的军队基本上都是私人武装，赵无旭的军队需要自己供养，在没有任何好处的情况下，他不想先进去送死。为此，智瑶大为光火，并对赵无旭进行了人身攻击，说他相貌丑陋，胆小如鼠。 不配做赵氏的接班人，智瑶这番话让赵无恤的家臣都听不下去了，但赵无恤还是选择了隐忍。他知道现在的实力还不足以和智瑶抗衡，他对家臣自嘲道：“现在能够容忍耻辱，或许对赵氏家族没有坏处。”由于两大主将阵前生隙，攻打郑国也无功而返，但此事让智瑶怀恨在心。此时的智瑶已经执政十几年。 经过这些年的运营，实力已经超过了赵氏，更把另外两个家族远远的甩在身后。此时的智瑶已经权欲熏心，他不再满足于与王氏并驾齐驱，而是想凌驾于王氏之上。之前中行氏和范氏叛变失败后，当时的赵鞅并没有打算瓜分他们的地盘，但智瑶对两大家族的封地动了念头。公元前四百五十八年，智瑶与赵氏、魏氏。 韩氏三大家族秘密商定瓜分中行氏与范氏的地盘，于是大家心领神会，联合出兵灭掉了两大家族的残余势力，并趁机瓜分了他们的土地。在这次抢劫中，智瑶获利最大。进出宫作为一国之君，完全不知道四大家族的举动，自己从始至终被蒙在鼓里。为此，做了十几年傀儡的进出宫勃然大怒，他准备对四大家族开战。作为没有兵权的傀儡国君。 晋出公选择向齐国、鲁国搬救兵，希望他们能出兵讨伐四大家族，然后主动向四大家族发出战书。四大家族收到战书后，出动军队攻打国军。在这场君臣的交锋中，国军又一次被打得大败，晋出公狼狈而逃，投奔到齐国，从此再没有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六年后，他病死在异国他乡。晋出公流亡后，知尧历尽昭公的曾孙为国君，至此。 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在他手中，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智瑶早就想把晋国据为己有，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是因为晋国背后还站着其他三大家族，他们之间貌合神离，在利益面前随时可以反目。智瑶自知很难同时击败三大家族，没有贸然出招，而是在静待时机。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智瑶先后拿下了柔游国和中山国。 打破了四大家族平衡的局势，在晋国政坛一家独大，逐渐不把其他三大家族放在眼里。此后，他变得盛气凌人，喜欢挖苦人，甚至侮辱人。其他大臣自不必说，连位列四卿的赵无恤、韩虎、魏居也照样羞辱。看到智瑶如此骄横跋扈，智氏族人提醒他要谨小慎微，但智瑶完全当作耳旁风。在他看来，他已经掌握了生杀大权。 整个晋国都在他手中，他的内心已经被独裁和强权裹挟，对他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在智瑶的铁腕统治下，晋国也逐渐恢复了一丝霸主之气。随着时间的推移，智瑶已经执政晋国整整二十年，已经垂垂老矣的他，准备把智氏家族推向一个更高的高度。于是，他准备向三大家族出手，让他们主动出让自己的地盘，否则就出兵攻打。 首先被勒索的是韩氏家族。当智瑶派人到韩氏要求他们出让土地时，韩虎十分愤怒。此前智瑶就在公开场合羞辱过他，如今又来强取豪夺，显然不能答应。韩虎准备和智瑶硬碰硬，坚决对抗到底。但韩虎的谋臣劝住了他。他告诉韩虎，智瑶得到土地后会更加目中无人，到时候一定会向其他家族索要土地。倘若其他家族不应允， 势必要动用武力镇压，现在暂且规避风险，等待时局的变化。韩虎认为有道理，于是极不情愿的献上了一座城池。韩虎的屈服让智瑶更加目空一切，紧接着又把目光放到了魏氏家族。魏居起初也不同意，后来他的家臣告诉他：“将欲败之，必孤抚之；将欲取之，必孤与之。”也选择了出让一座城池，以换得喘息之机。 韩氏与魏氏之所以选择以退为进，一方面是因为有远见，另一方面也是在赌赵氏的态度。他们笃定，如果智瑶对赵氏故技重施，赵氏一定会选择兵戎相见。届时，他们再静观其变。智瑶眼见魏氏和韩氏都对自己选择了屈服，于是又把目光瞄向了赵氏。智瑶向赵无旭狮子大开口，要求赵氏出让两块土地。得知消息的赵无旭。 知道兵戎相见的时间到了。智瑶最大的失误在于错判了赵无恤的忍耐力，他把赵无恤的忍辱负重看作是懦弱无能的表现，只要寻得机会就对他进行侮辱。而赵无恤则谨记父亲的教诲，他说：“赵鞅之所以立他为继承人，就是因为他能忍辱负重，但忍耐都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不能再忍。赵无恤的限度就是不能侵害家族的利益，个人受辱事小。” 家族受损事大，当年父亲赵鞅把重担交给他，就是要让他能捍卫家族的荣誉与利益。这一点他始终铭刻于心。如今，智瑶已经触碰到赵氏家族的底线，赵无恤则不再忍让。赵无恤的拒绝让智瑶勃然大怒，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于是决定对赵氏家族出兵。在出兵之前，智瑶和卫氏、韩氏提前打好招呼，要挟两家一起攻打赵氏。 韩氏与魏氏虽然对智瑶极度不满，但他们想明哲保身，在形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他们宁可先站在强者的一方，以观时局变化。赵无旭得知智瑶前来讨伐的时候，召集家臣讨论退敌之策。经过一番讨论后，大家都没有很好的方案。以赵氏现在的兵力，根本没有把握和智瑶硬碰硬。此时，一位名叫张梦潭的家臣提出来退守晋阳。听到“晋阳”两个字， 赵无恤才想起来父亲死前的遗言，但赵无恤在是否退守晋阳方面是比较犹豫的，因为退守晋阳是二十年前父亲留下的遗言，如今已经过了二十年，不知道还是否有用。对此，张梦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张梦谈说，晋阳是赵氏苦心打造的根据地，此前尹峰在晋阳广施仁政，为赵氏积累了很多人心。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一旦天下有变，一定要退守晋阳。赵无恤眼见没有更好的办法，决定遵从父亲的遗言，将自己的大本营搬到了晋阳。当赵无恤来到晋阳后，眼前的一切让他出乎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固若金汤的城墙，而是缺兵少粮的破败景象。他开始有些慌张，并怀疑父亲的遗言。随后，把张梦潭叫过来质问。张梦潭并没有慌张，而是告诉他：圣明之人治理城邑。 财富藏于民而不藏于府库之内，致力于推广教化，而不是致力于构建城防。赵无旭听后心里依然没底，而张梦潭似乎胸有成竹。在这个充满争斗的乱世，晋阳城仿佛是世外桃源，长期免受战乱之苦。在尹峰的治理下，这里没有苛捐杂税，大家都能安居乐业。如今得知这样的生活要被打破，城里的百姓为了自身利益，瞬间爆发出强大的凝聚力。 得知智瑶要来攻打的消息后，晋阳城内家有余粮者，把粮食送到粮仓里；家有余财者，把钱物送到府库内。大户人家有私家武装的，把武器甲衣送到兵器库。有空闲的人、有技术的人自愿参加修筑城墙。于是奇迹发生了：政府的动员令刚刚发布一天，粮仓、府库、兵器库便有了充足的储备。发布后第五天，内城与外城的城墙。 都加高、加厚、加实、加固，这一切让赵无旭看得目瞪口呆。此时他才知道父亲赵鞅的良苦用心，也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与父亲的差距。一切准备好后，智瑶的大军也赶到了城下，卫氏和韩氏也率领着一众喽啰在后面狐假虎威。智瑶看到晋阳城后，根本不屑一顾，他觉得晋阳城的防守在他的大军面前就是以卵击石，于是准备速战速决。 但智瑶的大军足足进攻了三个多月，晋阳城依然岿然不动地立在那里，而且晋阳城的城墙越来越高，里面士兵的士气越来越旺盛。智瑶的信心备受打击，不能在群臣面前丢了面子，于是没有选择退兵，而是选择了围困，想用围困之术让晋阳城弹尽粮绝。在智瑶大军的围困中，晋阳城坚持了三年。此时的晋阳城承受力已经到达了极限。 但城内的士兵和百姓依然上下一心，坚决抵抗到底。经过三年的围困，智瑶的信心也彻底被消磨没了。他打算抛弃所有的仁义道德，出一个狠招。于是掘开上游的河堤，把河水灌入晋阳城。由于晋阳城地处低洼，一时间城内全部被淹掉，溺毙者不计取数。在这种灾难面前，城内的人心开始动摇，缺兵少粮的他们甚至开始易子而食。 眼看晋阳城马上就要被攻破，智瑶显得颇为得意。他已经准备城破后血洗晋阳城。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韩虎和魏居则看得脊背发凉。倘若赵氏亡了，下一个被灭的肯定是他们。他们内心泛起阵阵凉意，不能再让智瑶如此肆无忌惮下去。张梦潭作为一名出色的战略家，他一眼便看出韩虎、魏居和智瑶之间的矛盾。 随着晋阳沦陷的日子一天天到来，张梦谭不相信韩魏两家愿意屈膝在智瑶脚下，于是张梦谭向赵无旭请命，说他愿意出城游说韩魏两家结盟。赵无旭知道没有其他办法，于是派人秘密将张梦谭送出城，并成功见到了韩虎与魏居。张梦谭直奔主题的对两人说明利害关系，韩魏两家也没有遮遮掩掩，表示愿意三家结盟，共同对付智瑶。于是。 他们便商量具体应对智瑶的对策。一场惊天阴谋在智瑶的眼皮底下悄悄地展开了。待韩虎与魏居将张梦坛送走后，便有人前来向智瑶告密，说他们两人神色鬼鬼祟祟，可能有背叛的意图。但智瑶并不相信，他说：“如果韩虎、魏居想要背叛他，为什么要在赵氏快要灭亡的时候背叛？这显然不合常理。”没过几天，又有人前来向智瑶进言。 说打败赵氏已是指日可待。可是韩虎、魏居两人非但没有高兴，反而面带忧伤。他们一定是想谋反。为此，智瑶前去质问韩虎和魏居，问他们有没有反心。他们二人先是对智瑶表达了一番忠心，又说这是赵无恤用的离间计，目的是为了造成智瑶军心不稳，让赵无恤好获得喘息之机。智瑶听罢连连点头。自此以后。 对韩虎、魏居二人完全信任。虽然赵、韩、魏三家达成了共识，但他们三家的兵力很难与智瑶正面对抗。于是，他们选择了智取。在韩、魏两家的掩护下，赵无恤派出一支精兵到达上游河坝处，把把守堤坝的志士士兵全歼，然后把水引到了智瑶大军的军营。而韩虎、魏居两人则早早地把自己的军队转移到高地，在洪水面前。 智瑶的军队不堪一击，瞬间瓦解。赵无旭眼看智瑶的军队已经溃散，于是打开城门。此时城内的士兵已经被围困了三年，他们像野兽一般冲向溃散的志士军队，对他们进行了一边倒的屠杀。智瑶见此场景，知道无力回天，于是准备逃跑，但被生擒。当他被押到赵无旭面前的时候，至死也没想明白自己会败在丑而无勇的赵无旭手上。历史反复证明。 笑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赵无恤用多年的隐忍，最终取得了胜利。紧接着，他将智瑶杀掉，并将他的头颅做成了逆器，以此来羞辱他的灵魂。一代独裁者获得了应有的下场。这场战争尽管只是晋国的内战，可是却很有代表性，预示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时代来临了。人道的原则在战场上被唾弃了。智瑶别出心裁，发明以水灌城的战法。 完全不顾及百姓的生死，而在春秋时代，这种灭绝性的战术是很少见的。同样，赵无恤对智瑶报复与羞辱的做法也是前世所罕见的。这一战彻底打破了存在上千年的仁义束缚。智瑶死后，他的族人大多数被韩、赵、魏三家诛杀。曾经劝说智瑶不要骄横跋扈的智果得以善终。智瑶的儿子智开提前率领家眷逃亡到了秦国。自此之后。 智士在晋国的势力彻底消亡，智士的覆灭意味着三家的崛起。赵、韩、魏三家瓜分了知识庞大的土地与财富，其中捞的最多的是赵无恤，他比韩、魏两氏多分到十余座城邑。在颠覆智士的战争中，赵氏出力最多，牺牲也最大。至此，晋国的政治局面再度发生重大变化，从四卿制变为三卿制，而这三卿拥有全国绝大多数的土地。三卿之中， 以赵氏势力最为雄厚。晋阳之战后，赵无恤对有功的家臣将士大加赏赐，很多人获得了领地。张孟檀是晋阳得以保存的最大功臣，他理所当然地获得最多的赏赐。可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要交出自己的权力与领土，解甲归田。他对赵无恤说：“春秋五霸之所以能称霸天下，是因为这些君主能节制重臣，不让群臣有权势来控制君主。” 如今他功成名就，身居显位，位高权重，他只能捐弃功名，抛弃权势，远离尘嚣。赵无恤听完后甚是惊讶，作为自己的首席谋士，没了他就等于失去了一条臂膀，于是极力挽留。但张梦潭去意已决，临走之前，他告诉赵无恤：君主要想更好地把控国家，就必须把权力集中起来，不能旁落于他人。这其实就是君主独裁。 君主独裁时代的到来，也是春秋和战国的主要区别之一。此时的晋国虽然名义上还是韩、赵、魏三卿共同执政，实际上已经是各自为政，相互之间互不干涉。晋国的名头已经名存实亡了，三家分晋的雏形已经逐渐形成。智瑶被灭之后，韩、赵、魏三家对外不断进行扩张，对内则不断侵蚀晋,晋国王室的地盘。到了公元前四百三十三年。 新上台的晋幽公已经仅剩下两座城池，剩下的地盘全部都被三大家族收入囊中。面对如此尴尬的场景，晋幽公没有选择像晋出公那样正面硬扛，而是主动向三大家族示弱，以此来保全自己的安全。三家分晋后，赵氏的势力最大。经过晋阳之战，赵无恤深知民心的重要性，于是特别在乎自己的名声，在国内广施仁政。 尽管他骨子里仍然是厚黑类型的人，但表面文章做得非常到位，这其实也是值得钦佩的。晚年的赵无恤觉得愧对大哥赵伯鲁，于是打算将接班人的位子传给侄子赵周，但赵周命短，先于赵无恤而去，于是他又把位子传给了赵周的儿子赵焕。在选接班人方面，赵无恤的水平要比赵鞅差很多，在最不该讲仁义的时候讲仁义，实际上。 对家族是一种伤害。公元前四百二十五年，赵无恤去世，赵焕成为了接班人。但此时的赵焕还是个孩子，没有能力领导赵氏集团。于是，赵无恤的弟弟赵家趁机夺权，成为了家族领袖。但赵家也非常短命，夺权不到一年便去世。此时，赵氏家族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赵焕，另一派支持赵家。后来，赵焕在族人的支持下。 发动兵变，杀掉了赵家的儿子，重新上台。赵焕是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尽管重新上台，但也没有大的作为。于是，赵氏在三晋中的地位逐渐被魏氏取代。在晋国发生巨变的同时，此前几乎销声匿迹的楚国突然变得活跃起来。经过长时间的韬光养晦后，他接连吞并了一系列小国，重新走上了战国舞台。三家分晋后，天下局势即将迎来巨变。 在春秋三百年的历史中，楚国是长期的霸主之一，长达上百年的晋楚争霸也是春秋时代的发展主线。但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在楚平王时期，因为重用佞臣费无极，导致朝纲礼乐崩坏，太子熊建被迫出逃，伍子胥的父兄被处死。后来，伍子胥逃到吴国，带领吴国迅速强大，并一度攻占了楚国首都，差点将其灭国。但由于吴国后续出现了战略失误。 让楚国幸免于难，并让楚国逐渐缓过神来。后来，楚昭王病死在出征路上，临死前传位于自己的弟弟子息，但子息并未接受禅让，而是拥立楚昭王的儿子熊章为王，是为楚惠王。由于楚惠王年幼，子息是楚国的实际控制者。子息在执政期间，想起自己的哥哥前太子熊建被陷害一事，他们都是楚平王的儿子，从小感情不错。 此时的熊建已经去世，留下了一个儿子，生活在吴国。楚国大臣对于为前太子熊章平反没有意见，但对于接熊建的儿子熊胜回楚国一事，大臣们反对声一片。因为熊胜为人性情暴力，手下收养了一群亡命之徒作为打手，这样的人根本难以控制。但子熙处于手足之前，坚持把熊胜接了回来，并让他负责保卫楚国边疆。熊胜也被称为白宫。 子西本以为通过此举能让熊胜知恩图报，但熊胜不但不感激，反而认为子西做的不够。在熊胜看来，郑国人是杀害他父亲的元凶，于是三番五次地要求子西派人前去攻打郑国。但此时的楚国已经今非昔比，对郑国并没有一击制胜的把握。况且子西也不可能为了熊胜的一己私欲而妄动干戈。但熊胜对此不死心，并组织了一批兵力，准备对郑国用兵。就在此时。 晋国突然出兵郑国，子期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不仅作废了出兵郑国的计划，还出兵相救，与郑国达成了盟约。此举让熊胜非常气愤，于是把子期和负责楚国军事防务的子期都看作是自己仇敌。由于之前熊胜在吴国一直跟随伍子胥做事，他见证了伍子胥复仇成功的每一个细节，心中也冉冉升起了怒火，对楚国一众大臣产生了杀机。燃起复仇欲火的熊胜。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杀机，他直接对子期的儿子子平说：“他准备杀死子期。”子平听后，赶紧向子期打小报告。后者认为这只是熊胜的夸张之语，在他的手底下，熊胜根本没机会翻身，于是告诉子平不要当真。但子期根本不了解熊胜，长期在伍子胥手下做事的熊胜显然继承了伍子胥的血性。当他得知子期对他的评价后，瞬间火冒三丈，并表示不杀子期，誓不为人。 熊胜杀人的欲望非常强烈，但他长期在吴国生活，在楚国没有根基党羽，很难杀掉子息与子期。时间一久，子息见他没有任何行动，便放松了警惕，逐渐忘却了熊胜的叫嚣。但时间并未抹去熊胜复仇的欲望，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他终于寻得了机会。这一年，吴王夫差突然进攻楚国。 熊胜率领边防部队痛击吴军，并缴获了不少战利品。眼见熊胜打了胜仗，朝廷非常高兴。熊胜趁机提出请求，希望能率领军队到楚国的国都郢都进献战利品。子西听后瞬间答应，他不但没有察觉到危险，而且认为熊胜的功劳有自己的一份。要不是自己力排众议把他从吴国接回来，就没有今天的胜利。得到批准后，熊胜便率军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郢都。 就在子熙准备设宴招待之时，熊胜突然发布了进攻命令，让人血洗了楚国宫廷。毫无防备的子熙和子期被士兵团团围住，经过一番力战后败下战来，被士兵们捅成了筛子。子熙和子期被杀后，熊胜又把楚惠王劫持为人质，一下子控制了楚国政府。此时，熊胜的部下劝他杀掉楚惠王后自立为王，但被熊胜拒绝。他内心深处只想报仇，并不想篡位。 但事到如今，他为了自保，必须做出一些举动。经过一番考量后，他准备另立楚平王的儿子子驴为王，以便于他把持朝政。但子驴拒绝了他的要求，熊胜一气之下杀了子驴，并将楚惠王囚禁。楚国的内乱让楚国上下一片混乱，地方政府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此时，人们将注意力放在了镇守蔡地叶公子高身上。当初子西欲迎回熊胜时，叶公子高便持反对意见。 事实证明了他的高瞻远瞩。子高又叫沈朱良，曾经担任叶县长官，因而被尊称为叶公。熊胜叛乱发生后，楚国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位地方大员身上，希望他能出兵讨伐熊胜，稳定楚国局势。但子高一直按兵不动。他说：“熊胜此次是冒险取胜，但他为人贪婪，办事不公正，早晚会和民众出现裂痕。”事实证明，子高的判断是正确的。熊胜控制国都后， 为了尽快获得认可，用暴力手段在都城大开杀戒，凡是不认可他的人，大多数都被杀死。这种做法引起了民众的愤慨，反叛雄胜的声音越来越多。子高见状，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率兵赶往都城，一路势如破竹。此时的熊胜并不慌张，他自恃楚惠王这个人质在手，子高一定会投鼠忌器。如果最后兵败， 也可以挟持子高回到白县自立，成为割据一方的诸侯。就在熊胜认为自己进可攻退可守之时，手下人来报，说是楚惠王逃跑了。一个名叫宇公羊的人挖地道救走了楚惠王。得知楚惠王逃跑后，熊胜便开始慌张起来。手下的人见大势已去，也纷纷离他而去。熊胜自知在劫难逃，最后选择了上吊自杀。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最后以这种方式结束了。 熊胜此前只是想报仇，后来阴差阳错酿成了一场大叛乱。由于事先缺乏规划，才导致了一场惨败。但这场叛乱也让楚国损失惨重，能力很强的子西和子期均遭杀害。叛乱结束后，子高被任命为勇相和司马，成为朝堂首席大臣。但子高选择了急流勇退，将职位让给了子西和子期的儿子。熊胜之乱给楚惠王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自此之后。 他便选择了闭关锁国，从此不问世事。从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平定雄盛之乱，一直到公元前四百四十八年，三十年的时间里，楚国几乎消失在世人的视野之中。在这段时间里，越国灭了吴国，中原战火越烧越旺，晋国内乱中三清灭智瑶等等，但这些事与楚国统统无关。楚惠王超然于政治斗争之外，史书中关于楚国的记载也越来越少。 楚国似乎忽然间从时空的黑洞中蒸发了，但楚国骨子里始终带有霸王基因。公元前四百四十七年，楚国打破了沉默，楚惠王派大司马子发前去攻打蔡国，并一举将蔡国击破。随着蔡侯齐被俘虏，这个有着五百年历史的诸侯国也宣告寿终正寝。公元前四百四十五年，楚国又灭掉了杞国，这个国家就是杞人忧天的来历。拿下齐后。 楚军继续挥师东扩，一直拓展到泗水之上。此时距离吴军攻破楚国已经六十年，曾经的敌国已经烟消云散，而楚惠王却焕发了第二春。他用了半个世纪，再次把楚国拉回到之前的高度。在战国时期，楚国依然是天下最大的诸侯国之一。楚国之所以能再次崛起，一方面是自身底蕴非常雄厚，另一方面是自身军事装备不断完成升级，也是最早完成水上武装的国家之一。 楚惠王当时任用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他便是被后世称为工匠祖师爷的鲁班。在鲁班的主持下，楚国制造了大量的云梯以及其他工程器械，在攻城拔寨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灭掉蔡国、起国之后，楚国把下一个目标放在了宋国身上。在攻打宋国方面，尽管楚庄王谋划的十分机密，但消息还是被宋国得知。宋国得知消息后，派出一位工匠大师主持守城事宜。 这位工匠大师是华夏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墨子，但是墨子并不完全是个工匠，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著书立说，鼓吹兼爱非攻的思想，并且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这个团体具有半军事化的色彩，墨子自己充当领袖，称为巨子，其门下的成员便称为墨者。墨者集团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在民间有着极强的渗透力。在墨子生前。 墨学便已经成为与儒学相抗衡的天下显学，墨者遍布各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凭借这种超强的渗透力，墨子很快知道了鲁班为楚惠王制造工程器械以进攻宋国的消息。这位坚忍不拔的墨者领袖要凭借一己之力拯救宋国。墨子曾当过宋国大夫，对宋国十分有感情。墨子的思想有两大核心：一是兼爱，二是非攻。由于宋国一直奉行和平主义，所以。 墨子的思想能在此生根发芽。墨子之所以选择拯救宋国，一方面是出于国家感情，另一方面是想推行自己的观念，坚决反对以大欺小的侵略战争。墨子兼具情怀和实干。当他得知楚国打算对宋国用兵的消息后，立马派出自己的弟子秦华率三百名墨者到宋国协助守城，然后墨子自己从齐国出发，只身前往楚国和鲁班相见。墨子见到鲁班后， 向他阐述了楚国攻打宋国在道义上的缺失，并将其描述为不明智、缺乏道义的事情。鲁班对墨子的观点完全认同，但出于立场原因，他只能拒绝墨子继续为楚国建造工程器械。后来，墨子在鲁班的引荐下见到了楚惠王，并向其输出自己兼爱非攻的思想。楚惠王很重视墨子的才华，但他已经隐忍了三十年，内心的征服欲望难以撼动，于是便对墨子说。 鲁班为楚国制造的云梯已经完成，不能放着不用，一定会攻打宋国。墨子离开之前和鲁班进行了一次虚拟对战，双方用模型进行了一次攻防演练。在这次虚拟对战中，鲁班绞尽脑汁，使出了所有的招数，最终被墨子一一化解。后来，鲁班告诉墨子，他有大败对方的方法，但现在不能说。而墨子则回应称，自己知道鲁班的方法，但他也不说。 楚惠王见两人打哑谜，内心焦急不堪，于是逼迫墨子回答。墨子说：“鲁班的方法是让楚惠王杀掉他，杀了他就没人能阻挡鲁班的进攻了。但他已经派出三百多名弟子前往宋国，即使杀了他，也于事无补。”楚惠王眼见攻打宋国的计划已经败露，此时宋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加上墨者的支持，拿下宋国的难度很大，于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不但没杀墨子。 还收回了攻打宋国的命令。墨子凭借自己的智慧，让宋国免除了一场灾难。公元前四百三十二年，楚惠王去世，此时他已经执政五十七年，他是楚国得以中兴的关键人物。楚惠王去世后，楚简王继位，他上位的第一件事就是挥师北上，继续展示楚国的强大的实力。不过在这段时间里，楚国吞并的都是一些小角色，真正在中原大地上掀起波澜的是三晋带头大哥魏斯。 三家分晋后，赵无恤率领的赵氏一族本是一枝独秀，但赵无恤死后，家族内部便陷入了争权夺利。魏氏家族则乘胜崛起，在魏斯的带领下异军突起，成为三晋大地上名副其实的主导者。公元前四百四十六年，魏斯成为魏氏家族继承者。公元前四百零三年，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史称魏文侯。在战国时期，每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身上有具备一定的特质。 这种特质决定了他们能达到何种高度，而魏斯身上的特质就是招贤纳士，四处收拢名士，归为己用。他手下的名士包括吴起、岳阳、西门豹等人。他也开启了战国仰视之风。公元前四百二十年，晋国国主晋幽公去世。这位试图打击三清的晋国国主兵变后溃逃至他国，郁郁寡欢。有一次半夜出城找美女厮混，结果在半路上被强盗劫杀。 结束了比较窝囊的一生。有些人死了比活着之前，晋幽公就是其中之一。得知晋幽公被强盗劫杀后，卫斯率人把杀害晋幽公的强盗一网打尽，并立幽公的儿子姬止为新的君主，史称晋烈公。尽管新任国主晋烈公是个名副其实的傀儡，但卫斯的做法还是博得了满堂彩，在一片叫好声中，卫氏的力量逐渐超越了赵氏。此时，晋国三卿的老掌门赵无恤。 魏居、韩虎都已去世。想当年三清联手共灭智瑶，相互间自然惺惺相惜。但新一代掌门人没有那种同舟共济时产生的友谊。韩氏新掌门韩启章见赵氏由于权力斗争而爆发内乱，便打起了坏主意，想借机消灭赵氏。不过韩氏势力在三清中最为薄弱，靠自己的力量肯定做不到。于是韩启章便找到魏斯。 跟他大谈乘机瓜分赵氏的阴谋，卫斯当场义正辞严的拒绝了他，正色地答道：“未与赵氏兄弟不能从命。”赵氏新任掌门人赵焕得知韩氏在背后插刀后，大为恼怒，他也找到卫斯，提出了一同灭掉韩氏的想法。卫斯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赵焕。纵观晋国的历史，只要国内几大家族团结一致，晋国就能称王称霸；但凡几大家族勾心斗角，晋国就会迅速示威。 魏斯明白，三家联合起来对大家都有好处，三家勾心斗角则大难临头。后来赵焕和韩启章明白了魏斯的良苦用心，便真心实意地拥戴魏斯为带头大哥。但三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纠葛，表面上能粘合在一起，在核心利益问题上依然会发生分歧。晋国政治格局的改变，对于长期被晋国压制的秦国、齐国来说，是一个喜讯。 他们知道分裂后的晋国实力大不如以前，因此时刻寻找翻身的机会。魏斯自然察觉到了这一点，并且他认为晋国最大的对手不在南方，而是西方的秦国。公元前六百二十七年，秦军在崤山之战中惨败给晋军。此后的两百多年里，秦国被晋国死死地挡在黄河以西，无法进中原半步。虽然无法踏足中原，但秦国在西部可谓是横行无阻。 是绝对意义上的霸主。魏斯很清楚，一旦让秦军踏过黄河，晋国便会成为囊中之物。为了不陷入被动，魏斯决定先下手为强。公元前四百一十九年，魏斯在黄河西岸修筑关口少梁城，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在黄河西岸建立桥头堡，以便随时对秦国发起进攻。面对魏斯发起的战争信号，秦国也意识到了危险。公元前四百一十八年。 秦灵公率军与魏军在少梁来了一场大战，最终魏军保住了少梁，但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秦军眼见强攻无果，于是，在少梁北部修筑了两座城池，以此来应对魏军的威胁。魏斯看穿了秦军的意图，于公元前四百一十二年派自己的儿子一举拿下两座城池，将秦军赶了出去。为了加强战略威胁，魏军随后又在少梁城以南修筑了两座新城池。至此。 魏军在黄河西岸拥有了三个军事据点，修筑完工事后，魏斯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公元前四百零八年亲率大军渡过黄河，入侵秦国。在三座城池的策应下，魏军势如破竹，将秦军赶出河西之地。但士气正盛的秦军没有继续前进，因为再往西都是险要的关隘，易守难攻。魏斯自知还没有绝对的实力拿下秦国，于是便挥师北上，继续攻城略地。 想要一举拿下中山国，中山国是敌人建立的国家。此时的魏军在实力方面可以全面碾压中山国，但在地理位置方面，两者并不接壤。魏军和中山国之间隔了一个赵。魏军要想攻打中山国，必须经过赵地。此时的赵魏还不是完全独立的国家，加之魏斯是韩赵两家共同拥戴的大哥，赵焕几经考虑，决定让魏军借道前去攻打中山国。公元前四百零八年。 魏斯委任大将岳阳为远征军总指挥，目标直指中山国。值得注意的是，岳阳本是中山国人，后来发生变故，便逃至魏地，得到了魏斯的重用。魏斯知道岳阳对中山国了如指掌，便委任他为总指挥。起初，魏斯的这个决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他们害怕岳阳会临阵倒戈，更何况岳阳还有一个儿子留在中山国做人质。但魏斯用人不疑。 他的坚持也换来了回报。公元前四百零六年，经过三年的战斗，中山国终于被逼到崩溃边缘。情急之下，中山国把乐阳的儿子押上城头，以此来威胁乐阳退兵。中山国威胁乐阳，如果他不选择退兵，就将他的儿子煮了。乐阳不为所动，表示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中山国见状，居然真的将乐阳的儿子煮了，并把羹汤送到乐阳面前。 岳阳见状，直接拿起来吃了。此举传回中山国后，人人闻风丧胆。他们没想到岳阳居然可以这样冷血，这也预示着魏军绝不会因此退军。后来，中山国君主选择了投降，岳阳成功拿下了中山国。魏斯听说岳阳的举动后，对大臣们说：“岳阳对他是真的忠心，为了他可以吃掉自己的儿子。”一旁的大臣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敲打魏斯说：“岳阳连自己的儿子都能吃。” 还有谁不能吃呢？卫斯听后顿觉后背一阵发凉，他不自觉地想到了齐桓公的故事。当年齐桓公说不知人肉的味道，宁臣一牙便杀死自己的儿子煮给齐桓公吃。齐桓公认为他非常忠心，但最终齐桓公却死在一牙之手。想到此处，卫斯不禁地提高了警惕。岳阳战胜归来后，自恃劳苦功高，甚至对卫斯都表现出傲慢。卫斯决定敲打一下岳阳。 于是让人抬出两个大箱子，里面都是装满了弹劾岳阳的谏言。岳阳随手翻开几卷，每一封谏言都能置他于死地。只要魏斯稍下狠手，他就可能人头不保。岳阳瞬间明白了魏斯的用意，于是跪在魏斯面前说：“消灭中山国都是魏斯的功劳。”魏斯见状，顺水推舟给了岳阳一块封地，但此后便不再重用他。但岳氏家族并未因此一蹶不振。 后来大名鼎鼎的乐毅就是岳阳的后代。消灭中山国后，魏斯名声大噪，但此役并未给魏斯带来多少实际性的好处，因为中山国与魏地不接壤。不过，魏斯作为一个雄才伟略的人，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攻打中山国，肯定不是一时头脑发热。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攻打齐国，因为中山国位于齐国的西北部，拿下该地后，魏斯便可以从南北两心同时夹击齐国。 魏斯之所以对齐国虎视眈眈，因为齐国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齐国王室已经丧失了权力，整个国家都掌握在田氏家族手里。在田氏家族的带领下，齐国重振雄风，在中原所向披靡。从公元前四百一十三年开始，齐国利用短短的六年时间，分别击败了魏帝、鲁国、阳胡、赵地、魏国，占领了大量城池，俨然一副中原领袖的姿态。 魏斯作为一个极具雄心抱负的人，他不能坐视齐国无限壮大，于是精心准备了伐齐计划。此时，魏斯等待的只是一个伐齐的时机。后来，他终于等到了机会。公元前四百零五年，齐国权臣田不杀了大夫公孙孙，引发了一场政治动荡。公孙会见状出逃廪丘，并献城投降晋国赵氏。田不得知消息后，立即出动军队包围廪丘。 这原本是齐国的内乱，可是既然公孙会献城投降，晋国赵氏当然不会坐视不救。此时赵氏的掌门人是赵吉，他派孔青为总司令，率领一支由死士组成的敢死队前往救援。不过，面对近年来屡战屡胜的齐师，赵吉心里不是很有把握，他便派人通知卫司，请他出手相助。卫司早就密谋攻齐，眼见机会来临，当下痛快答应。在他看来，这次出兵意义非凡。 不仅能打击齐国的嚣张气焰，也是对兄弟友邦的支援。魏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暂时抛开一己私利，站在三晋的立场来权衡利弊。尽管晋国一分为三，但在整体利益面前，不能各自为战。就像当年三个兄弟联合起来打垮智瑶一样，只要团结一致，必定也能打败齐国。就这样，在三家联合灭智瑶后，赵、魏、韩第二次携手合作。 曾经风光无限的齐师，在三晋兵团的联手阻击下，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廪丘之战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齐军尸体便有两万具之多。被三晋兵团所缴获的战车超过两千辆。赵军总司令孔卿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建起两座金冠。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是胜利的一方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 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谋臣宁月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他说：“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人们一直有厚葬的观念。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仅仅安葬费这一项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这对齐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的消耗。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墨子，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 直到现在，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甚至士兵的尸体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这并非仁义之道。临丘一役的胜利，证实了魏斯的理论：只要三晋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但魏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 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防止对方卷土重来，但继续进攻齐国需要一个理由。魏斯想到一个方法，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尽管此时的周天子还不如废旧矿泉水瓶值钱，但毕竟是王室正统。周威烈王看魏斯向自己请命，激动得夜不能寐，当下同意了魏斯攻打齐国的请求。于是魏斯拿着王命，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再次大举伐齐，以示残兵败将的齐国。 在三晋兵团的合围下，再次遭受惨败。此次伐齐之战，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防御方式，那便是修筑长城。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但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公元前四百零四年，韩赵魏三军取得伐齐大胜后，魏斯给周王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俘仪式，给足了周天子面子。周威烈王看到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 于是喜上眉梢，立马封魏斯为上卿。后来，周威烈王又给予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取而代之的是韩国、赵国和魏国。起初，周威烈王并不想授予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因为按照周朝礼制，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公元前四百零三年。 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魏斯就是魏文侯，韩虔是韩景侯，赵吉是赵烈侯。至此，韩赵魏三家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曾经风光无限的齐师，在三晋兵团的联手阻击下，完全失去昔日的风采。廪丘之战是齐国自春秋以来最惨的败仗，仅被遗弃在沙场上的齐军尸体便有两万具之多。 被三晋兵团所缴获的战车超过两千辆。赵军总司令孔卿把齐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起来，建起两座金冠。金冠就是很高的大坟，是胜利的一方用于炫耀武力的象征。眼见齐军堆成山的尸体，谋臣宁越提出了一个超前的想法。他说：“应该把尸体还给齐国。”在当时的传统观念里，人们一直有厚葬的观念。如果拿这些尸体还给齐国，仅仅安葬费这一项。 就会让齐国承受很大的压力，这对齐国的经济是一个极大的消耗。但宁月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与宁月想法不谋而合的还有墨子，他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结葬的说法。直到现在，中华民族才开始限制在安葬方面的铺张浪费。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春秋时代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在战国时代一点一滴的消失。 甚至士兵的尸体也被当作经济战争的筹码，这并非仁义之道。临丘一役的胜利证实了魏斯的理论：只要三晋团结，就没有打不败的对手。尽管齐国被打得元气大伤，但魏斯并未打算就此收手。他不想给齐国喘息之机，防止对方卷土重来。但继续进攻齐国需要一个理由。魏斯想到一个方法，他向周天子请命讨伐齐国。 尽管此时的周天子还不如废旧矿泉水瓶值钱，但毕竟是王室正统。周威烈王看卫斯向自己请命，激动得夜不能寐，当下同意了卫斯攻打齐国的请求。于是，卫斯拿着王命，带着韩、赵、魏三国联军再次大举伐齐。已是残兵败将的齐国，在三晋兵团的合围下，再次遭受惨败。此次伐齐之战，也让齐国发明了一种全新的防御方式，那便是修筑长城。 尽管齐国修筑的长城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帮助，但为后世提供了很大的借鉴意义。公元前四百零四年，韩赵魏三军取得伐齐大胜后，魏斯给周王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献俘仪式，给足了周天子面子。周威烈王看到还有人把自己当根葱，于是喜上眉梢，立马封魏斯为上卿。后来，周威烈王又给予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直接承认晋国已经灭亡。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赵国和魏国。起初，周威烈王并不想授予韩、赵、魏三家诸侯之名，因为按照周朝礼制，韩、赵、魏的行为属于乱臣贼子。但禁不住三家实力实在太强，周天子只能做个顺水人情。公元前四百零三年，韩、赵、魏三家正式被册封为诸侯。魏斯就是魏文侯，韩虔是韩景侯，赵吉是赵烈侯。至此。 韩赵魏三家从士大夫一跃成为了诸侯，他们终于和晋国划清了界限。田无宇死后，他的儿子田启继续沿用父亲的策略，为家族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使人们逐渐淡化了他们是外来移民的事实。田氏集团之所以保持低调，并不是在政治方面没有抱负，而是一直在寻找时机。公元前四百九十年，齐景公去世，隐忍低调的田氏集团终于打破了沉默。 经营多年的田启准备整顿齐国政坛，他先是从齐国老牌贵族中抢到了话语权，紧接着拥立齐悼公为接班人，田启被任命为宰相，独揽大权。公元前四百八十五年，吴王夫差大举伐齐，惊慌失措的田启竟然谋杀齐悼公，以谢吴师。君主成为权臣手中可随时撕毁的纸牌。然而，妥协并非制胜之道，在第二年的爱陵之役中。 齐国人仍然一败涂地。唯一让田齐感到幸运的是，勾践在南方发动攻吴战争，不经意之间拯救了齐国。田齐死后，他的儿子田常子承父业，继续当齐国的无冕之王。被田氏一手扶上台的齐简公，偏偏不识时务，打算扶持他人以压制田常。结果，田常复制了父亲的做法，直接杀死了齐简公。齐简公被杀后。 他的弟弟被立为国君，视为齐平公。像前两任君主一样，齐平公也是一个傀儡。田常大权在握，经常在朝堂上大开杀戒。田氏家族的封地也超过齐国王室。至此，田氏已经成为齐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尽管以孔子为代表的齐鲁士大夫群体对田氏家族颇为不屑，但田氏家族在笼络普通民心方面非常有一套。他们对百姓实施仁政，经常让利于百姓。 这也是田氏集团弑君篡权，但仍能受到百姓拥护的原因。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上层的政治斗争和他们无关，他们只在乎谁对自己好。田常去世后，他的儿子田盘成为家族继任者。公元前四百五十三年，晋国三卿共灭智瑶的消息传到齐国后，田盘十分敏锐地意识到晋国的分裂时代已经到来，他十分明智地派出使者，分别出使赵、魏、韩。 以诸侯之礼对待三家掌门人，言下之意便是承认赵、魏、韩是三个新兴国家。这一外交十分成功。田盘积极与三晋建立友好关系，为齐国赢得了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到他去世之前，齐国与三晋没有发生任何战争。田盘把精力完全投放在国内，他不断地把田氏族人安插到齐国的每一座城邑，直到所有城邑的长官全部出自田氏为止。田氏家族的势力。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触须伸到了齐国的各个角落。田盘去世后，他的儿子田白急于称霸，一反父亲的外交政策，开始对外穷兵黩武。公元前四百一十三年，田白撕毁了之前与韩、赵、魏签订的和平协议，并主动侵占他们的城池，因此与韩、赵、魏交恶。后来，田白去世，田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内乱，韩、赵、魏则趁机出兵攻打齐国，致使齐国元气大伤。 直到田和继位后，他开始励精图治，对内修生养息，对外推进积极的外交政策，为齐国迎来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公元前三百九十一年，已经执掌齐国上百年的田氏集团打算对君主动手。田和将齐康公赶出了王宫，在海边给齐康公搭了几间陋室。这个举动也基本上宣告了齐国君主的终结。将齐康公赶走后。 田氏家族为了获得周王室认可，成为合法的诸侯，便派人出使魏国。田氏与魏武侯达成了一笔买卖，齐国出面拉近魏国与楚国之间的关系，魏国则向周天子施压，为田和求一个诸侯的名头。对于魏文侯的提议，周天子只能听从。至此，田和也从士大夫摇身一变，成为了诸侯。之前的齐国被称为江齐，现在的齐国则彻彻底底变成了田齐。 公元前三百七十九年，齐康公在海岛上身亡。从姜子牙建立齐国开始，齐国总共经历了七百四十四年。姜齐曾在历史上辉煌过，齐桓公一度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只可惜时移世易，鲜花总有凋谢之时。姜齐这朵盛放的鲜花算是彻底凋谢了。在田和伐齐之时，魏国内部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一代名将吴起遭人陷害。 被迫出走楚国，吴起的出走也结束了魏国的全盛时代。魏文侯时代，魏国西挫强秦，东易齐国，北并中山，南击楚国，击无敌于天下。是时，魏国名将如云，吴起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起初，魏文侯启用吴起为西河郡守，镇守河西。此后，吴起为魏国的扩张立下赫赫战功。据《吴子》所记，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军解。 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群雄并起的年代，英雄只有得遇明主，才能一飞冲天。而魏文侯就是吴起的伯乐，在魏文侯麾下，吴起如鱼得水，只管把心思放在开疆拓土上即可，不用考虑朝堂争斗。但这一切随着魏文侯的去世戛然而止。公元前三百九十六年，执政十五年的魏文侯去世。 作为战国初期最伟大的君主，他一手缔造了强大的魏国。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基继位，是为魏武侯。魏武侯继位之初，依然延续着父亲的决策。由于魏文侯给魏国积累了大量人才，使得魏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强盛。公元前三百九十五年，上台不久后的魏武侯视察西河郡，吴起陪他一起泛舟于黄河。当魏武侯看到险峻的山峰、宽广的大河， 便开始骄傲自满。他告诉吴起，魏国有这样的险峻关口，一定可以高枕无忧。吴起听后，眉头一皱。他告诉魏武侯，国家不能只靠山河之险，倘若没有道义，身边的人都可能变成敌人。面对突如而来的当头一棒，魏武侯并未发怒，而是称赞吴起的才能。从这个层面来看，魏武侯继位之初是具备一定胸襟的。魏武侯上台之时，战国七雄的格局已经形成。 七个国家分别是秦、楚、燕、齐、韩、赵、魏，其中韩、魏两国的地理位置最差，特别是魏国，周围被五大强国包围。面对这样的处境，魏武侯找吴起商谈应对之策。吴起告诉魏武侯，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时刻整军备武，并要明察其他国家的优势与劣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然后他又从细处着手，根据自己的打仗经验以及对各国军队的了解。 给魏武侯详细讲述了该如何应对其他国家。吴起的分析可谓是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在训练军队方面，吴起告诉魏武侯，必须要严格治军，奖惩分明，对将士们做出的承诺一定要实现，切不可存在食言的情况，否则就有可能失去将士们的信任，这会大大降低军队战斗力。然后，吴起给出了详细的治军方案。吴起为人耿直，不善于阴谋诡计。 这样的人能发挥多大作用，主要取决于君主的支持度和包容心。如果魏文侯不死，吴起很可能成为管仲式的人物，帮助魏文侯实现一番霸业。只可惜魏武侯不具备他父亲的识人之能，他只看到了吴起的军事才能，忽略了他在政治上的才华。魏武侯在选择丞相时，直接没有考虑过吴起，而是先后任用了商文与公叔。吴起自认为才华不逊于他们两人，对于魏武侯的这个安排表示不满。 但他不善于明争暗斗，也不懂得权谋之术。不久后，吴起便明白了，如果没人撑腰，才能有时候会引来强烈的妒忌。商文做丞相时，虽然吴起一直对他不满，但他考虑到魏国的利益，还一如既往的支持吴起。商文死后，公叔成为了丞相。与商文具备真才实干不同的是，公叔是凭借关系才爬到丞相之位。为了稳固自己在朝中地位，他必须除掉比自己能力更强的人。 于是吴起变成了他的眼中钉。公叔察觉到吴起为人傲慢，经常恃才傲物，这让其他同僚的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公叔准备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确定好陷害吴起的方向后，公叔便开始制定计划。他先是跑到魏武侯跟前，说吴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吴起对魏国忠贞不二，那是国家之福；如果他有二心，则魏国危矣。魏武侯听完，觉得有道理。 公叔提议可以测试一下吴起的忠诚度，并给出了具体方案。公叔建议把一名魏国公主许配给吴起，如果他拒绝婚事，就可以断定他的心不在魏国。魏武侯认为有道理。紧接着，公叔又邀请吴起到他家里赴宴。席间，公叔的夫人表现的骄横跋扈，时不时的出言不逊，给吴起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公叔见状，悄悄告诉吴起，说自己的夫人是公主。 只能听之任之，他也无可奈何。吴起是个大男子主义，他见公叔的妻子如此骄横跋扈，瞬间对公主的印象大打折扣。他庆幸自己没有娶公主为妻，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公叔和夫人演的一出双簧。一切准备就绪后，公叔恳请魏武侯挑选一名公主来试探吴起。被完全蒙在鼓里的吴起，全然不知怎么回事。当他听到魏武侯要把公主许配给他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公叔夫人那副骄横跋扈的样子，于是不假思索的断然拒绝。魏武侯见状起了疑心，并说自己的魏国是不是容不下吴起这尊大神？突如其来的变化让吴起不知所措。当他回过神来，回想整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时，才明白自己误入公叔的圈套，目的就是让魏武侯对他起疑心。此事过后，吴起知道魏武侯已经对他起了疑心，而公叔也势必想要置他于死地。 想到此处，吴起自知已经不能继续留在魏国，于是当机立断，收拾行装，带着仆人便离开了魏国。在行至魏国边境时，吴起长叹道：“要是再给他几年时间，一定可以拿下秦国。只可惜主上听信谗言，魏国落入秦人的日子也不远了。”说罢，便泪洒当场，离开了自己扬名立万之地。离开魏国后，吴起几经权衡，打算投奔楚国。当楚悼王得知吴起来投后， 亲自前去迎接，并与吴起坐而论道。吴起为了表示诚意，将自己写的兵法献给楚悼王。吴起的兵书都是自己的心血之作，其中包括《图国篇》《料敌篇》《治兵篇》《论将篇》《应变篇》和《历事篇》。对吴起仰慕已久的楚悼王，读完吴起的兵书后，不禁拍案叫绝。吴起的兵书，大到战略原则，小到战术方法，都有精妙之阐述，见解精辟深邃。 而且都是吴起结合自己治军作战的经验，更有说服力，更有可操作性，更贴近于现实。这是一部伟大的兵法书，比起《孙子兵法》也毫不逊色。这些著作是吴起在魏国期间陆陆续续写成的。据《汉书》所载，原本有四十八篇，流传到今天的仅剩下六篇。有些人会写书，不见得会实干，但吴起是既能写书又能实干，这才是大才。 楚悼王看了吴起的兵法书后，佩服的不得了，再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吴起不客气的指出楚国弊政所在。他说：“大臣太重，封君太重，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减百利之路制，捐不及之之官，以奉选练之人。”楚悼王听后大惊，吴起作为一个外人，居然能把自己国家问题看得如此透彻。 他不禁地抹了一把冷汗。要是吴起是自己的敌人，该怎样战胜他呢？楚悼王听完吴起的高论后，立马决定委任他为令尹，也就是楚国的国相。对于励精图治、谋求改革的楚悼王来讲，启用吴起是一次豪赌。他需要有一个人为他独当一面，对国内的权贵开刀。对于吴起来讲，这是证明自己的最好机会。成为令尹之后，吴起搬起改革之斧，对楚国的弊病进行开刀。 尽管这期间遭遇了很大的阻力，但最终凭借自己杀伐果断的性格，成功把改革推行下去。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吴起的改革逐渐深入之际，楚悼王却倒下了。公元前三百八十一年，楚悼王去世，尸骨未寒之际，楚国贵族见状发起了疯狂的反击。失去靠山的吴起成为众矢之的。那些在改革中失去爵位、失去官职、失去俸禄的贵族们，自发组织起来。 勾结宗室大臣，发动政变，围攻王宫。吴起且战且退，最后在楚悼王的灵堂前停下了脚步，准备和叛军殊死搏杀。面对围攻的吴起，已经抱定必死之心，他挥剑对着叛军高喊：“自己今天难逃一死，但也会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说罢，便朝着楚悼王的棺材走去。气急败坏的叛军下令对吴起乱箭齐发。临死之际，吴起把楚悼王的尸体搬了出来。 就这样，吴起和楚悼王的尸体一同被射成了刺猬。此时，楚国贵族才发现大事不妙，因为按照楚国之法，对国王尸体动刀动枪者需要诛灭三族。楚国之所以有这样的法律，是为了避免当初伍子胥鞭尸楚平王的事情重演，让王室蒙羞。吴起在临死前诱使敌人朝自己射箭，这也是一种同归于尽的办法。楚肃王上台后，立马下令抓捕围攻王宫的叛军。 这些杀害吴起的凶手均被诛灭三族，被杀者超过了七十余家。吴起死后，楚国失去了再次称霸的机会。随着保守派占据朝堂，楚国再也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表演。自此之后，楚国便走向了衰落。在魏武侯统治的前半段，由于有吴起等一众老臣的辅佐，魏国尚且能执行魏文侯的大政方针。当吴起愤而离开后，魏国的政策开始偏离了轨道。韩、赵、魏是三个新兴的国家。 魏文侯在世的时候，就清晰地意识到，只要三者齐心协力，就可以独霸中原；否则就会被各个击破。魏文侯在世时，能抑制彼此之间相互攻伐。魏文侯死后，三者齐心协力的局面一点点被打破。公元前三百八十七年，赵烈侯去世，赵国围绕君主位置展开了激烈争斗。争斗双方是赵烈侯的儿子赵章与侄子赵朝，最终赵章获得了胜利，是为赵敬侯。 赵朝为了自保，逃到了魏国，并请求魏武侯出兵帮其重夺王位。魏武侯自视是三者之间的带头大哥，出面为赵朝撑腰，发兵攻打邯郸城。而赵国早就做好了防备，让魏国并没有讨得便宜。魏国此举惹怒了赵国。刚上台的赵敬侯因为根基未稳，没有立马进行报复，而是一点点谋划势力扩张。公元前三百八十三年，赵国突然发兵攻打魏国。 此时的魏国只是个小诸侯国，根本无法阻挡赵国的进攻。但魏国人意识到韩赵魏之间出现了裂痕，于是紧急向魏国求援。魏武侯不想让赵国扩大地盘，于是出兵救援，并打败了入侵魏国的赵国人。败北的赵烈侯兵不甘心，次年再次进攻魏国。魏国见状，主动前去救援，不但大败赵军，还长驱直入，拿下了赵国的河东之地。公元前三百八十一年。 春风得意的魏武侯先发制人，主动联合魏国攻打赵国，欲将其一举拿下。关键时刻，赵烈侯派人到楚国搬救兵，楚国的参战让战场形势发生了逆转。魏国担心自己的大后方被楚国偷袭，便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赵国则趁机反攻，不但打退了魏军，还拿下了魏国两座城池。赵魏两国交恶后，之前被魏国拿下的中山国伺机而动。由于中山国和魏国之间隔着赵国， 此前赵魏关系亲密，魏国官员往来于中山国没有任何阻力。如今两国交恶，魏国和中山国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于是中山国伺机发动了复国运动，并成功摆脱了魏国的控制。此后，赵国趁中山国刚立国、局势未稳之际，大举进犯中山国，掠夺了大量地盘，进一步扩张了自己的地盘。意气风发的赵国人携带胜利之势。 于公元前三百七十一年，相继打败了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正当赵国准备继续侵占齐国之时，魏国突然发兵来救，一举击退赵国。此时，赵国才逐渐收敛。魏国虽然还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但比起魏文侯时期相差甚远，尤其是失去中山国后，魏国的领袖地位逐渐被瓦解。然而，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头。公元前三百七十年。 在位二十六年的魏武侯突然病逝，去世前还未来得及立太子，这直接导致了魏国出现了政治危机。魏武侯去世后，接班人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公子婴，另一个是公子缓，两人是亲兄弟。这场争斗不仅是魏国的内政，也让其他国家看到了介入魏国的机会。内战爆发后，魏国大夫公孙旗辗转逃到了韩国，并得到韩懿侯的礼遇。 此时的韩国已经不是三家分晋时的弹丸之地，经过上几辈的东征西讨，韩国成功灭掉了郑国，并把郑国所有地盘都据为己有。到了韩懿侯时期，韩国已经能和赵、魏两国并驾齐驱。公孙颀正是看中了韩国的军事潜力，才来到韩国寻求发展机会。公孙颀告诉韩懿侯说：“魏婴控制着魏国大部分地盘，只要能趁机除掉魏婴，就可以大破魏国。”韩懿侯听后认为。 是一个好机会，倘若能抓住，势必将韩国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不但能取代魏国的位置，还有称霸中原的机会。只是韩懿侯虽有称雄之心，奈何实力与魏国相比相差甚远，于是他派人联络赵国，商讨一起趁机讨伐魏国。常年受魏国欺压的赵国，当即同意了韩懿侯的请求。公元前三百六十九年，韩赵两国军队兵分两路来夹击魏婴的军队。 双方在竹泽展开了大决战，此役魏婴军队被打得大败，这是自魏文侯以后魏国遭遇的最大的败仗。魏婴军队被韩赵军队死死包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困境。可就在韩赵军队胜券在握之际，两国却突然撤军，成功让魏婴解围。韩赵之所以撤军，是因为在处置魏婴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赵成侯认为应该趁机杀掉魏婴。 然后逼迫魏国割地求和，趁机瓜分魏国。而韩懿侯认为，杀掉魏婴在道义上很难立足。此前，韩赵两国受到了魏国诸多庇护，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韩懿侯提议把魏国一分为二，分别交给魏婴和公子桓统治，让魏国沦为二流国家。对于韩懿侯的提议，赵成侯坚决反对，他必须得到魏国的土地才肯罢手。而韩懿侯不想让赵国得逞。 索性掉头打道回府，选择了撤军。赵成侯看韩义侯撤军，担心局势生变，被人抄了后路，也下令撤军。本来一场能够改变历史走向的胜利，就这样结束了。起初，魏婴得知韩赵两国撤军后，以为有诈，经过反复探查后，才确认两国确实撤军了。大难不死的魏婴重整旗鼓，没过多久便对公子缓发起了猛攻，最终杀死了公子缓，武力统一了魏国。 魏婴也成为新一任君主，是为魏惠王。魏惠王继位后，开始了修生养息。作为传统的军事强国，只要给他一丝喘息之机，就能迅速恢复元气。恢复元气后，魏国对韩赵两国进行了报复，并多次击败对方的军队。表面上看，三晋分裂为两大阵营，一为魏国，一为赵国与韩国，两方相互攻伐。但是，三晋又有一致的利益，特别是在对付西方秦国的问题上。 毫不含糊，三个国家达成一种默契：三晋内部争斗的同时，要一致对付秦国的入侵。面对越来越强大的秦国，倘若三晋不能齐心，将被秦国各个击破。于是，历史上奇怪的一幕出现了：在往后几年时间里，三晋两个阵营对付秦国时一致出兵，打完秦国后回来又继续相互杀伐，上演了一出国家版的相爱相杀。公元前三百六十六年。 魏惠王与韩懿侯在翟阳会晤，商讨对付秦国的事宜。在打击秦国这件事上，双方合作，共同出兵。但是这支貌合神离的军队在武都被秦军打败了。从秦国战场败退回来后，两国本应该休生养息，但魏国却调转枪头，派出大军讨伐韩国。韩国军队全力反抗，最终将魏国军队击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秦国看清了三晋之间的貌合神离，于是。 组织了一次大的攻伐。公元前三百六十四年，长驱直入，杀入魏国。魏惠王自知凭借一己之力很难抵挡秦国，于是向韩、赵两国求救。赵成侯和韩懿侯在大事上没有犯糊涂，果断出兵前往救援。三晋联军与秦军在石门展开了大决战。本以为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但结局令人大跌眼镜。秦军大破三晋兵团，此役斩首超过六万人。 一举奠定了秦军虎狼之师的地位，也让韩赵魏元气大伤。公元前三百六十三年，秦军直逼魏军设在黄河西岸的少梁城。在上一年元气大伤的魏国再次向赵国求救，赵成侯得到消息后，立马前去支援，并帮助魏国打退了前来进犯的秦军。面对魏国三番五次的求援，赵国的做法颇具义气。两者并肩作战多次后，本应该冰释前嫌，但就在赵国发兵救援少梁城不久， 魏国却恩将仇报，发动了对赵国的战争，一路势如破竹，直逼邯郸城。最终，赵国殊死抵抗，才躲过一难。公元前三百六十二年，魏国再次对韩赵联军开战，开战原因不得而知，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只是记录了此次战争的结果。魏军大败韩赵联军，并俘虏了赵国大将乐座。魏惠王希望凭借此役的胜利，重新树立魏国中原领袖的地位，但魏惠王忽略了一点。 魏军之所以能与秦军掰手腕，是建立在三晋共同联合的基础上。如今魏惠王把韩赵两国当作随意摆弄的玩物，需要的时候就去求援，不需要的时候就前去攻打，这让韩赵两国甚是恼怒。此后不久，秦献公派兵再次攻打少梁城。起初，魏军尚且能与秦军势均力敌，后来魏军逐渐处于下风，溃败一触即发。就在此时，魏惠王向韩赵两国搬救兵。 并许诺此役过后三家重归于好，但韩赵两国拒绝出兵，魏军被秦军大败，邵梁城失守。此前从秦军手里夺取的樊庞城也重新回到了秦军手中。在与魏国对峙的过程中，秦国逐渐占据了上风。邵梁城失守的消息传回魏国后，魏惠王大惊失色。为了抵御秦军进一步侵入，他命人在魏国西部修筑长城，然后又决定迁都，把魏国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 短期来看，迁都暂时避免了秦军威胁魏军的都城，但从长期来看，由于都城东迁，使得魏国西部的防线更加脆弱，更难以抵挡强大的秦时。事实证明，魏惠王这一举措是错误的。魏国迁都后不久，西部防线就被秦国突破，旧都安邑被秦军占领。魏惠王眼见西部防线已经溃败，于是把战略重心放到了中原一带，对秦国转攻为守。魏国的撤离。 使得韩国彻底暴露在秦国血盆大口之下。公元前三百五十九年，秦国大举进攻韩国，取得了大胜。次年又在西山战役中重创韩国军队。韩昭侯自知不是秦国的对手，便打起了魏国土地的主意。由于魏国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联系非常脆弱，韩昭侯想把魏国从中间一分为二，分成东西两个部分，然后趁势吞并魏国的西部。于是。 韩昭侯淡而走险，对魏国中部发动猛攻，夺取屯留、长子、聂等地，几乎把魏国拦腰截断。面对韩国的进攻，魏惠王先是和赵国达成了协议，让他们保持中立不动，然后又倾尽全力对付韩国。公元前三百五十七年，魏军扭转了局势，一举将韩国赶出了魏地。此后，赵国又卷入其中，上演了各种混战。这场中原混战始于公元前三百六十九年。 一直持续了十二年，最终韩赵魏三家谁也没有胜者。在他们三家混战之际，齐国利用这个空档实现了腾飞。带领齐国复兴的人是齐威王。公元前三百五十七年，齐桓公田武去世。需要注意的是，此齐桓公并非之前的公子小白。此时的齐国是田氏家族，而非之前的姜氏家族。在田武统治齐国的十八年里，相对来讲比较平静。 对外来讲没有太大的功绩，但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遗产，便是创建了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成为未来一百多年里齐国乃至整个中国最富活力的学术中心。在稷下学宫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曾迎来名家尹文、田巴，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宋坚、阴阳家邹衍、兵家孙膑、法家慎道等大师级的人物。齐桓公去世后，他的儿子田因齐继位。 是为齐威王。齐威王一上台，就任用名士邹忌为相。邹忌从谏如流，引得天下名士纷纷投奔齐国。关于邹忌劝谏齐威王的故事，想必大家在教科书中学过相应的文章，在此就不详细叙述。齐威王是齐国走向超级强国的关键人物。他不仅在政治上清明、从谏如流，对人才也极其重视。齐国学术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 儒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各流派都十分兴盛，特别是在辨识邹忌出人意料的入主内阁后，更刺激诸多人才纷纷涌向齐国。齐国成为诸侯国中最富活力的国家，它的全盛时代即将到来。力图向中原求得发展空间的魏惠王更加关注这个有内涵的邻国。为了探查齐国的真正实力，魏惠王决心要亲自访问齐国，见识一下齐威王。 公元前三百五十五年，魏惠王正式访问齐国。作为执政多年的君主，在刚上台不久的齐威王面前，他表现出了极度的自负与傲慢。两者见面后，魏惠王朝齐威王炫耀：“他说，魏国有直径一寸以上的宝珠十枚，能照亮前后十二驾马车。”齐威王说：“齐国没有这样的宝贝，但他手下有一位大臣名为坛子，镇守南部边关，楚国人不敢进犯边界。” 泗水流域一带的十二个小国都前来齐国朝见。另一名大臣名叫坟子，镇守西部高唐城。赵国人不敢到附近的河流里捕鱼。还有一名官吏名叫前夫，镇守徐州。燕国、赵国共有七千多户人家前来投奔。还有一位大臣名叫种守，负责缉捕盗贼，维持治安。他治下的民众安居乐业，路不拾遗。他这四位大臣的光辉足以照耀千里之外，岂止应辆十二辆马车？ 听到齐威王这么一说，魏惠王不禁满面通红，心有残意，无言以对。这时，魏惠王已经上台十五年，而齐威王仅仅两年。从胸襟与气度来看，魏惠王远远不及齐威王。事实上，魏国君主一代不如一代。他之所以还能够在中原呼风唤雨，完全是吃老本。魏惠王原本打算借着访问齐国的机会，给政治经验不足的齐威王来一记下马威。 最后能将齐国收为小弟，结果最后自己成了笑柄。魏惠王访问齐国之后，两国关系进入到蜜月期，往来于大梁与临淄之间的使节逐渐多了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齐国使节带来了一位残疾人。这位残疾人后来为齐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的名字便是孙膑。他是战国时期兵家的代表人物。孙膑出生于齐国，在百家齐名时期，他开始迷恋上兵法。和他一同学习的还有一个人。 名叫庞涓。关于孙膑和庞涓从师鬼谷子一事，实际上是野史谬传，只是为了增添孙膑的传奇色彩。孙膑本身资质非常优秀，领悟能力极强，在兵法的见解上要远远高于庞涓。对此，庞涓内心十分妒忌，只是憋在心底没有说出来。后来，两者分道扬镳，庞涓回到了魏国，孙膑则留在了齐国。当时正是魏国战事纷乱的时期。 庞涓凭借过硬的军事本领得到了重用，在与韩赵两国的战斗中取得了不少胜利。庞涓除了军事本领过硬，在钻研政治方面也颇有心得，因此一路青云直上，成为了手握重兵的大将军。相比之下，孙膑在相对和平的齐国没有建功立业的机会，长期以来并未受到重视。但远在魏国的庞涓一直放心不下孙膑，他自知孙膑的能力比他强太多，一旦让他把握机会。 孙膑必然会脱颖而出，届时自己也会是孙膑的手下败将。想到此处，庞涓整日夜不能寐。为了去除自己这块心病，庞涓打算除掉孙膑。为了设计把孙膑骗到魏国，庞涓派人给孙膑送信，说他在齐国没有发展机会，不如来魏国施展抱负。孙膑对庞涓没有提防，于是欣然应允。当孙膑兴,兴高采烈地来到魏国之后，迎接他的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牢狱之灾。 庞涓随便罗织了一个罪名，将其打入大牢，并砍掉了他的双脚。关于庞涓为什么没杀孙膑的说法有很多，这其中并未有一个统一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庞涓留住了孙膑的性命。在庞涓的折磨下，孙膑变成了一个废人，只能靠双手撑地爬行，更没有人格和社会地位。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才俊，被折磨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换做他人，可能早就一死了之。 但强烈的复仇欲望让孙膑选择了苟活。要想实现复仇，他就必须要离开魏国，否则万一哪天庞涓不高兴，就会杀了他。但双腿残废的他，除非有人帮助，否则根本没机会离开魏国。就在孙膑走投无路之际，魏国和齐国之间互派使节，让他看到了曙光。一次偶然的机会，孙膑向前来魏国访问的齐国使者说了一番自己对齐魏两国的军事形势分析及兵法战略。 起初，齐国使者并未抱有多大期望。随着孙膑娓娓道来，齐使越听越震惊，发现面前的这位瘸子是一位惊世之才。当时的齐国官员非常热衷于举荐人才，如果自己举荐的人才被任用，自己也能得到不少好处。孙膑的一番话，让齐使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他带离魏国，举荐给齐国。要想带孙膑离开魏国，就必须避开庞涓的耳目。在齐使的安排下。 孙膑被藏在了齐国使节的马车里，最终被带到了齐国。回国后，齐使把孙膑推荐给了大将田忌。田忌是齐国大将，听完使节的介绍后，他决定见一见孙膑。后来被孙膑的见识和谋略深深折服，并把他奉为座上宾。孙膑第一次在田忌面前崭露头角，是帮助田忌赢得了赛马。他让田忌用自己的下等马和对方的上等马赛跑。 然后用上等马和对方的中等马赛跑，最后用中等马和对方的下等马赛跑，最终取得三局两胜，这便是有名的田忌赛马。想必大家对这个故事已经非常熟悉，在此就不详细讲述。虽然这只是一场赛马，但足以见出孙膑非凡的智慧与谋略。出于为国家着想考虑，田忌便把孙膑推荐给了齐威王。此后不久，齐威王召孙膑进宫，与之谈论兵法。 孙膑首次见到齐威王，便侃侃而谈，将自己精妙见解悉数说给齐威王听。在当时的齐国，儒家是众人追求的显学，但儒家鼓吹任意无敌，避而不谈武力。针对这一点，孙膑说：“三皇五帝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们也要用武力手段来治理国家。现在有一群人，道德才能都不及先贤，却鼓吹仁义无敌，这种观点是很危险的。”孙膑在军事理论上。 比孙武、吴起又有许多创新。齐威王听了后非常佩服，以老师之礼对待他。就在齐威王养精蓄锐、励精图治的同时，魏惠王却一直做着中原霸主的美梦。在他访问齐国后不久，赵国趁机向魏国发难。魏惠王认为赵国此举是在向他挑衅，于是当即点兵十万，以庞涓为三军统帅，同时纠集了宋国、魏国两国军队，直逼赵国国都邯郸城。 赵成侯眼见不敌，于是楚国搬救兵。楚国之所以愿意施以援手，并不是和赵国的关系有多好，而是不想见魏国做强做大，出于制衡层面的考虑，楚国决定出兵。与此同时，赵国还向齐国求援，齐国同样答应救援。不过，救援的方式并非派兵到邯郸帮助赵国解围，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虽然齐国不想看魏国做大做强，但同样不想看到赵国毫发无损。 于是，齐国大夫段干伦提出了一个策略。他说：“齐国的打击对象并不是赵国境内的魏军，而是向南进攻魏国境内的襄陵。魏军为了回来防守，必然会速战速决，和赵军拼命厮杀。双方都会被消耗。届时，即便魏军胜利，但已经是疲惫之师。齐国可以以逸待劳，重创魏军。这样能同时消耗赵、魏两国，还能防止赵国落入魏国之手。” 齐威王听完段干伦的计策后，直呼高明。就在魏军大举进攻赵国之时，西部的虎狼之师秦国并未选择隔岸观火，他们打算从中捞取好处。由于此次魏国精锐悉数进入赵国，使得西线防守更加脆弱，于是秦国果断出击，在河西大败魏军，斩首超过七千。此时的魏军不能两线作战，只能进行取舍，最终魏军选择放弃少梁城。 将精力全部投入到伐赵之战中，在西线屡屡得手的秦军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利用此机会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夺取少梁重镇后，秦军在公孙壮的率领下进攻韩国，一路向东占领上姬、安陵、山市，并且在占领区筑城。这样，秦人的势力如同一把尖锐的楔子，插入韩国与魏国的交界之处。在这种情况下，魏惠王仍然坚持攻打赵国的政策。 他打算全力拿下邯郸后，再掉头与秦国决一死战。为了尽快结束东线战斗，魏惠王下令全力攻城。此时的邯郸城已经独木难支，万分危急之时，齐国启动了围魏救赵的计划。公元前三百五十三年，齐威王委任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领大军直奔魏国。而齐军行至一半时，田忌想改变既定策略。 因为田忌对段干伦围魏救赵的策略并未完全领会透，他想不明白，明明赵国首都邯郸告急，不派兵到邯郸救援，反而去进攻毫不相干的襄陵。在战国时期，领军将军的权力很大，军中一切事情都是大将军说了算。就在田忌准备掉头奔赴邯郸时，孙膑果断制止了他。他告诉田忌，要揭开杂乱纠纷，得用巧劲，而不能蛮干。如今魏赵相攻。 魏国精锐部队必定都被调往国外，国内剩下的定是老弱残兵。如果不想去攻打襄陵，那就率领大军直奔魏国首都大梁，占据他的交通要道，控制其空虚之处。到时，魏国必定要放弃赵国而自保。这么一来，既可以解赵国之围，又可以挫败魏国的锋芒，实现一举两得。经过孙膑这样一说，田忌总算明白了。田忌听从了孙膑的建议，下令齐师大举入魏。齐国突如其来的一击。 确实令魏国人手忙脚乱。在桂林一役中，魏军失利，齐国的参战令跟随魏国出征的宋国，魏国立场开始动摇了。宋魏两国经过一番权衡后，最终抛弃了魏国，投入了齐国怀抱。按照齐国的预设，魏国的国都受到威胁，应该及时后撤救援才对。但魏惠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非但没有立即从邯郸撤兵，反而加大了攻击力度。齐国与楚国在背后偷家。 似乎并未动摇魏国拿下邯郸的决心。当年十月，十万魏军孤注一掷对邯郸发起了总攻，最终将其拿下。但在邯郸城沦陷之前，赵成侯已经率人提前离开，而且城内的守军并未选择投降，而是继续与魏军周旋。齐国的围魏救赵策略实际上并未帮助赵国解围，不过这也是齐国希望看到的，通过魏国之手成功削弱了赵国的兵力。接下来，齐国要做的。 就是通过一场大战来削弱魏国。拿下赵国后，魏国回撤了一小部分兵力前去支援大梁城，而此时的庞涓也玩起了避实就虚的策略。他重新集结了八万大军，直奔魏国而去。因为魏国已经倒戈于齐国，庞涓此计就是逼迫田忌前去救援。对此，田忌迟疑不决，孙膑则给出了决断。他告诉田忌，庞涓攻打魏国已经占据实际上的优势，如果从魏国撤兵前去支援魏国。 就会正中庞涓的下怀，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显然，当前回撤救助魏国并不是上等方案。既然不去救援魏国，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对此，孙膑也给出了方案。孙膑提议，此时应该攻打魏国东部的军事重镇平陵。平陵的南边是宋国，北边是魏国，这样的地理位置对进攻一方非常不利，很容易被截断粮道。孙膑告诉田忌，他们要装作对此一无所知。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他们要先给魏国一些甜头，才能把他们的主力吸引过来，以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经过孙膑一番解释，田忌完全表示同意，立马调兵遣将，率领八万大军直奔平陵。齐师到达平陵后，驻扎在环图的魏军准备从背后夹击齐师。孙膑让田忌调动齐城、高唐两地的齐国军队进攻平陵，田忌的部队保持按兵不动。 任由高唐、齐城的齐军被魏军消灭。孙膑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庞涓中计。如果只是诈败，庞涓肯定不会中计。只有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让庞涓相信、打消疑虑。按照孙膑的计划，高唐、齐城两地的齐军在魏军的夹击下死伤惨重。孙膑知道，庞涓是一位用兵谨慎的人，但任何人都有弱点。孙膑同样还知道，庞涓的功利心特别强。 倘若能给他扬名立万的机会，他必然会放弃攻打魏国。于是，孙膑让田忌派出一部分部队，连夜奔袭进攻魏国首都大梁。孙膑告诉田忌：“大梁城是魏国首都，救援首都要比进攻魏国的功劳要大。庞涓一定会选择后者。而且，齐军在平陵之战中的惨败，一定会让庞涓掉以轻心。”果不其然，庞涓判断齐军在平陵遭到重创后，已是强弩之末了。 他迫不及待地从魏国抽身，想要抢下救援大梁第一功。庞涓一路上不断击溃齐国的小股部队，这些部队对魏军完全构不成威胁。他断定齐军已经基本溃败了，于是丢掉辎重，轻装上阵，昼夜兼程奔向大梁城。这一切都在孙膑的预料当中。孙膑把齐军主力部队安排在庞涓回撤的必经之地桂陵。当庞涓的部队进入桂林后，忽然周围呐喊声四起。 齐国的伏兵从四面八方杀出，占据地形之力，把魏军团团包围。在孙膑的指挥下，魏军毫无还手之力，最终连庞涓都未能幸免，最终成了齐军的俘虏。庞涓的失败彻底打乱了魏惠王的计划。为了寻求自保，魏惠王派人到韩国搬救兵，请求韩昭侯出兵相助。公元前三百五十二年，韩国正式出兵相助。齐军此前虽然取得了桂陵战争的胜利，但自身损失也很大。 面对士气饱满的韩国军团，齐军在襄陵被韩国军队打败。韩国的参战让战争局势更加复杂。齐威王考虑到齐军劳师远征，将士们都疲惫不堪，于是派人和魏国和谈。魏惠王也借坡下驴，答应了齐国的求和。此前被俘的庞涓也顺利回到了魏国。回国后的庞涓依然深得魏惠王的信任，在军界的地位并未动摇。齐魏交兵，秦国再次成为获利者。 他们趁势进攻魏国河东，并拿下了安邑。公元前三百五十一年，秦国人再次出击，攻取魏国的固阳，同时进攻赵国的蔺地。面对秦国人无休止的进攻，魏惠王与赵成侯都意识到，魏赵两国这样消耗下去，最终只能是秦国人得利。为此，魏惠王提出把邯郸城归还给赵国，同时赵国与魏国结盟，实际上是屈居魏国之下。 赵成侯深知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齐国、楚国身上，也无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与魏国、秦国开战，于是双方达成和解，魏赵战争宣告结束。后来，在魏惠王的周旋下，韩、赵、魏三国又重新结盟，重归于好的三晋准备联手对付秦国。公元前三百四十四年，魏惠王把目光投向河西，尽管在连年战争中损失不少军队。 但魏国还拥有一个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拥有众多的附庸国。除了赵、韩两大强国之外，还有四上十二个小诸侯。凭借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源，魏惠王仍然有把握在西线与秦国再决雌雄。因而，他以朝天子为名，纠集了众多小诸侯国，打着尊王的旗帜，准备收复河西重镇少梁城。秦孝公得知魏国率领十几路诸侯前来征讨时，内心十分没底。后来， 商鞅给秦孝公出了一个主意，他让秦国给魏惠王献上王的称号。实际上，此时的魏惠王仍未称王，应当被称为魏侯。便于叙述的顺畅性，我们依然称呼他为魏惠王。魏惠王比较好大喜功，得知秦国主动往他脸上贴金时，便欣然同意了，并解散了十几路诸侯国的联军，放弃了围攻秦国。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中国就是中原，像秦国是处于边缘的诸侯国，因为文化落后。 一直被中原人瞧不起，打败秦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秦国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魏惠王也想伐秦，但是除了伐秦之外，魏国还有其他选择。就如这些年频频出击，从燕国、楚国都捞到不少士地，可以弥补西线被秦国所占之地。在秦国的迷惑下，魏惠王自命为夏王，意思是华夏之王。自立为王之后，魏惠王召集了诸多小诸侯国相会于冯泽。 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王威，在众人的阿谀奉承下，此时的魏惠王觉得自己真的是华夏之主。殊不知，这是秦国给他下的圈套。而在秦国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商鞅通过诱导魏惠王自立为王，巧妙地化解了魏秦之间的战争，同时让其他诸侯国对魏国产生了不满。除了秦国高声附和，楚、燕、齐、韩、赵等大诸侯国对此都是嗤之以鼻。 这是魏惠王的战略失误，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秦国的狼子野心。此次冯泽之会，韩昭侯没有前来祝贺，让魏惠王颇为不满。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于是公元前三百四十四年，魏惠王再次出兵攻打韩国。此次魏军挂帅出征的仍是庞涓。为了一雪前耻，报答魏惠王的知遇之恩，庞涓攻打韩国的时候格外卖力，在强大的魏军面前。 韩昭侯选择向齐国求援。面对韩国的求援，齐威王拿不定主意，便召集众臣前来商讨。对于出兵援韩，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齐威王望向孙膑，这是他最信任的谋臣。孙膑说：“此次魏军来势汹汹，想一举吞并韩国。倘若现在就出兵，就相当于替韩国打仗，反倒成了听命于韩国。如果等到韩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再出兵，既可以让韩国感激涕零。” 也可以趁魏国疲惫不堪之际将其击败，如此一来，名利双收。孙膑一阵见血的分析，让齐威王大开眼界。他毫不吝啬的夸赞孙膑，当场表示按孙膑的方案执行。于是，齐威王告诉韩昭侯的使者，表示愿意出兵相助，但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让他们一定要顶住。得到承诺的韩昭侯开始主动出击，和魏军正面硬杠。庞涓在孙膑面前不是对手。 但在其他人面前，可谓是一枝独秀。在庞涓的指挥下，魏军连战连捷，韩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仍不见齐军前来相助的迹象。无奈之下，韩昭侯选择向齐国称臣，以此来请求齐国早日发兵。孙膑见时机已到，便请求齐威王下令远征。齐威王委任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领十万兵马再次远征。公元前三百四十二年。 齐国远征军大举出动。这次援韩的战略与上次救赵的战略如出一辙，并不直接救援韩国，而是进攻魏国，兵锋直指大梁城。魏惠王得知齐国大举出动的消息后，任命太子魏申为统帅，全面指挥对齐国的战斗，同时让庞涓回撤到魏国境内，准备迎战齐国的大军。上次失败后，庞涓并没有痛定思痛，他认为自己的失败纯属意外，长期以来。 魏国对齐国保持着天然的优越感，心底里瞧不起齐国。这种心态又让孙膑看到了机会，打算用敌人的麻痹大意来诱导他们。为了引诱庞涓上钩，孙膑设计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非常著名的计谋。这个计谋是孙膑首创，是他根据庞涓的性格弱点设计出来的。齐军进入魏国后，便安营扎寨，在地上挖起了十万炉灶。此举是为了向魏国传递一个信息。 暗示齐国军队实力雄厚，光做饭的炉灶就有十万个，军队人数远远不止十万人。庞涓不敢疏忽大意，他的大军在后面尾随，但保持着安全距离，同时派人密切监视齐军的动向。孙膑见状，微微一笑。第二天，他命人减少炉灶的数量，在地上挖五万炉灶即可。到了第三天，他又下令挖三万炉灶。孙膑知道庞涓是个谨慎小心的人，非常善于观察细节。 别人根本不会在乎炉灶的数量，庞涓则十分注意这种不起眼的蛛丝马迹，而孙膑就是故意做出这种细节，以此来迷惑庞涓。庞涓看着齐军的炉灶一天天减少，心里暗喜。不断减少的炉灶说明齐军一路走一路逃。从炉灶减少的数量来看，齐军起码跑了三分之二。庞涓觉得，即便孙膑的计谋再高，也有露出破绽的时候。而他要做的就是抓住破绽，一举拿下孙膑。 上一次失败只是运气欠佳，这次一定要大败其师，一雪前耻。为了安全起见，庞涓把自己的判断在脑海中过了无数遍，没有发现逻辑上的错误，所有的细节都证明他的判断是真的。殊不知，他已经被复仇的情绪所主导，失去了理性思考和谨慎小心。为了不让孙膑逃跑，他亲自率领轻骑兵，带着少量粮草，马不停蹄地追赶，试图全歼齐军。 孙膑之所以如此了解庞涓，源于他对人性的洞察。两人在求学期间，在诸多军事问题上进行探讨，并做过大量的军事推演。孙膑通过庞涓的举动，深深摸透了他的性格。孙膑将大军驻扎在马陵，等候庞涓。这里的地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在马陵道路中央有一棵大树，孙膑命人在上面刻字，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下”，然后在两侧布下伏兵，并吩咐将士。 只要看见有火把燃起，就万箭齐发。当庞涓的轻骑部队赶来马陵之时，夜色已黑。前方探子来报说，马陵中央的大树上写着一些字。庞涓听后，立马命人取火把上前查看。当他看清树上的文字后，埋伏在两边的齐军见火把亮起，瞬间万箭齐发。身处黑暗中的魏军乱作一团，死伤十分严重。此时的庞涓才知道自己已经中计。 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投降，要么自杀。庞涓之前已经被俘虏过一次，万分不甘的他最终选择了自杀。在与孙膑的两次斗法中，庞涓再次败下阵来，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纵观此次决斗，孙膑不急不躁，从谋局到收尾，环环相扣，每个步骤都是根据庞涓的弱点精心设计。在这种谋略大师手里，克服不了性格弱点的庞涓没有任何胜算。 灭掉庞涓后，孙膑率兵直指魏国大梁。本以为会有一场空前的大战，但前线统帅太子魏深却临时生变，因为他身边的谋臣告诉他，如果此役打赢了，身为太子的他并不能平添富贵；如果打输了，就有可能被罢黜。这个想法与太子魏深的担忧不谋而合。不过，魏深想撤兵也并不容易。虽然打胜仗对魏深没有多少好处，但对于跟随魏深出征。 并想以此建功立业的人，可以凭借此次战争扬名立万。因此，对于魏申的撤退命令，下面的将士表示坚决的反对。魏申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和齐军作战。但主帅已经无心恋战，最后的结局也可想而知。此役的结局以齐国的大胜而告终，魏军则兵败如山倒。太子魏申在战场上兵败被俘，十万精兵灰飞烟灭。魏申不仅被俘虏。 而且最终死于齐人之手。至于魏申是如何死的，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录，也许是被俘后伤重而死，也有可能被齐军处决。马陵之战使魏国遭遇到立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而齐国则取得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胜利。这既是魏国盛衰的分水岭，又是齐国迈向超级强国的标志性事件。同时，他还成就了一段孙膑与庞涓斗法的传奇故事。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诸多类似的复仇故事，它不但反映出春秋时期诸侯们的性格，也不断推升权谋斗争的水平。孙膑在遭到陷害后，凭借坚韧不拔之志和超乎寻常的谋略，不但成功报仇雪恨，也为齐国的崛起铲平了障碍。如今再次回顾这段历史，仍然会让人顿觉热血沸腾、快意恩仇。马陵之战过后，魏国的地位大大被削弱，与此同时，韩赵魏三国的关系彻底破裂。 由魏国主导的中原秩序宣告破产，齐国和秦国登上了争霸的舞台。秦国之所以能够称霸，表面上是军事力量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推动军事力量发展的内核，则是秦国兴起的变法运动。主导这场变法的人便是商鞅。商鞅是魏国人，是魏国国君的后代，故而又称为魏鞅或公孙鞅。他出生在一个杀伐不断的年代，出生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小国。 魏国的开国时间很早，但到了战国时期，逐渐沦为边缘化小国，经常成为周边国家蚕食的目标。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魏国人更加具备忧患意识。魏国作为小国，虽然经常被大国摆弄，但也能以旁观者的身份来审视大国之间的利益纠葛，比身在局中大国政治家更能看清楚国际局势。魏国人没有很强的国家观念，哪个国家能给自己提供施展舞台？ 他们便会到哪个国家寻求发展机会。除了商鞅之外，大名鼎鼎的吴起和吕不韦都出自魏国。自春秋时代以来，法家成为重要的流派之一。之前的齐国名相管仲、郑国名相子产、魏国改革家李悝、军事家吴起都是法家人物。商鞅从小就艰苦好学，尤其对法学感兴趣。李悝是商鞅的精神导师，其变法思想对商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悝的变法核心主要是三个方面：首先，废除世卿世禄的制度，也就是废除世代为官；其次，实行近地利、平财法的经济政策；另外，制定一套严酷、严谨的法律，靠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可以说，商鞅后续的变法政策实际上是在李悝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商鞅每天都浸淫在法家的书籍里，他读完了历代法学名家的著作，并借鉴他们的学说。 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方案，但仅仅停留在理论阶段是不行的。商鞅不满足于当一个理论家，他想找一个地方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对商鞅来讲，魏国并不是一个理想之地，因为魏国地盘太小，无法施展他的才华。二来，商鞅是魏国皇室人员，如果改革的太彻底，会被君主认为是想篡权。经过一番权衡，商鞅把目标锁在了魏国身上。 魏国是个比较开放的国家，从魏文侯时期就广纳天下人才，吴起、岳阳等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魏国人。而且魏国有改革的先例，之前李悝就曾经在魏国实施过变法。下定决心后，商鞅便起身前往魏国，并在相国府谋了一份中庶子的职位。这个职位是给相国做侍从官。当时魏国的丞相是公叔痤，他比较欣赏商鞅的才华，因此把他留在身边。 公叔座有时会随口问他对于时政的看法，商鞅不会浪费这种可以表现的机会，经常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公叔座听了很感兴趣，但并没有说什么。作为一国之相，他总是把真实的想法藏在心里，喜怒不形于色。商鞅迫切的希望有一天，公叔座能够采纳自己的理论来治理魏国。可惜的是，他来的不是时候。魏国最迫切的事并不是改革。 而是要在多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公叔座就算赏识商鞅的才华，恐怕也分身乏术。他不得不把精力用于对付韩国、赵国联合发动的战争。魏惠王八年，公叔座亲自指挥一支军队，大败赵韩联军，取得空前的胜利。这场胜利并没有让他高兴多久，因为不久后，魏国在河西被秦国打得大败，丢了樊庞城。魏国所要面临的战争几乎是无休止的，政府的力量都用于对外战争。 无暇顾及国内的改革，当然，骄傲的魏惠王并没有认为有改革的必要，因为李悝留下来的制度对他来说似乎已经足够了。更糟的是，在商鞅发迹之前，公叔座便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死亡只是时间问题。有一天，公叔座把商鞅换到卧室内，他躺在病榻上，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但思想仍很清晰。公叔座对商鞅说：“让他赶紧逃跑，不然就会有杀身之祸。” 商鞅见状非常疑惑，公叔座告诉商鞅，他此前向魏惠王推荐过商鞅，希望能让商鞅接替他的位置，担任相国一职。但魏惠王似乎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不感兴趣。为此，公叔座告诉魏惠王，如果不能重用商鞅，那就杀了他，以免他跑到其他国家与魏国为敌。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其实公孙座一直都明白商鞅的价值，只是没有明确告诉商鞅而已。 但公叔座看出来，魏惠王对商鞅不感兴趣。为了保全商鞅的性命，因此劝他赶紧逃跑。不过，商鞅并未逃跑。他说：“既然魏惠王没听公叔座的话，任命他为相国，又怎么会听他的话杀掉自己呢？”商鞅判断的没错。公叔座死后，魏惠王很快便把商鞅遗忘了，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掉他。商鞅在魏国停留了一段时间，想继续等待机会。遗憾的是。 机会始终没有垂青到他身上。就在他茫然四顾之际，秦国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秦献公驾崩了，他的儿子秦孝公继位。一直以来，秦国都被视为蛮夷未开化之地，此前一直采用活人殉葬制度，甚至一些大臣都被拉去殉葬，这大大阻碍了人才往秦国流动。他们害怕自己会成为殉葬品，但秦献公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废除了活人殉葬制度，并开始广纳天下人才。 此后，各路人才才逐渐往秦国流动。秦献公死后，秦孝公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上台之初就发布了一条求贤令，表达了自己开疆拓土的愿望，并希望有人能辅助他完成这些理想抱负。如果能帮助秦国强大起来，就能得到高官厚禄的奖赏，同时还能分封到土地。商鞅看完求贤令后，欣喜若狂，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秦国地域广阔。 能够让他充分的进行各种试验，而且秦孝公有开疆拓土、富国强兵的志向，正好能满足商鞅的胃口。更重要的是，秦孝公上台后，政治结构被重新打乱，像他这样的新人有机会进入核心政治舞台。想到此处，商鞅当机立断，立马前往秦国。商鞅到达秦国后，并未急于前去求见秦孝公，而是静观时局，因为求贤令发布之后。 每天有大量的人前去求见秦孝公，这其中不乏有真才实干者，但也有浑水摸鱼的人。相较于突然的陌生拜访，有人引荐会好得多。商鞅经过多方打听，得知秦孝公最宠幸的一个太监名叫景监，于是想尽办法搭上了景监这条线。商鞅是魏国贵族出身，深谙王室的运作之道，更知道疏通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的人情社会从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盛行。 商鞅对景监送上大礼，加之他是魏国王室人物，因此景监答应帮他引荐。再见秦孝公方面，商鞅也做了精心设计。第一次见秦孝公的时候，双方见彼此都是二十岁出头的人，相互之间心里都没有底。秦孝公觉得商鞅如此年轻，担心他没有政治经验；而商鞅则担心秦孝公徒有其表，不能让他充分施展抱负。双方既然见面了，商鞅就根据事先设计。 他并没有和秦孝公讨论富国强兵之道，而是和他讨论地道，对三皇五帝大谈特谈，听得秦孝公昏昏欲睡。最后，秦孝公实在不耐烦，便把商鞅赶了出去。此次见面让秦孝公非常不高兴，为此他还把引荐商鞅的景监怒斥了一顿。景监得知两人见面的详情后，又把商鞅训斥了一顿。商鞅显然对此次见面有预料，他请求景监再为他们安排一次会面。 景监想在秦孝公面前挽回颜面，于是便答应了商鞅。第二次见到秦孝公，仍然未谈具体的治国之策，而是大谈特谈王道，从大禹一直谈到周文王等人。此次秦孝公略微有兴趣，没有立刻赶商鞅走，但整体上仍没有眼前一亮的感觉。会面结束后，景监告诉商鞅，说他不是秦孝公需要的人才，让他到别处寻找机会。但商鞅仍不死心。 希望景监能够再次引荐，并保证这次一定可以让秦孝公满意。景监将信将疑，但可能是未央超强的自信心打动了他，他又一次答应了。第三次见面，商鞅仍未谈具体的治国之策，但也没有谈王道，而是谈论春秋五霸的称霸之路。此次秦孝公听得饶有兴趣，会面的时间比前两次加起来还要长。事后，秦孝公对商鞅很满意，并让景监再次宣他入宫。 景监听后也十分高兴，能讨君主欢心，对他来讲也是大功一件。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秦孝公亲自要求见商鞅，说明他已经对商鞅说的霸道产生了兴趣，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再次见面，秦孝公就开门见山的指出，商鞅最早说的那些王道、地道，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花费时间太长，他等不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在位时就扬名天下。 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商鞅告诉秦孝公，要想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秦孝公对德行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关注，因为他急于要雪耻：一是要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二是要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夷狄来看待的歧视。商鞅见机会已成熟。 便把自己的理论全盘托出。他告诉秦孝公说：“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很多都不适宜当下。要改变国家，首先要变法。”商鞅侃侃而谈，把这些年来的心得一一道出，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秦孝公听得十分认真，他上身前倾。当未央说到精妙之处时，他还下意识的把膝盖挪动到坐席前。连续好几天，秦孝公把其他正事都推掉。 关起门来听商鞅说教，越听越兴奋。商鞅给秦孝公画了一幅美丽的图卷，秦国居高临下，傲视群雄，世人不再投以蔑视的眼光，因为面对征服者，他们总是诚惶诚恐。听到入迷处，秦孝公双拳紧握，似乎现在他就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天神，准备给敌人以雷霆击。秦孝公认定商鞅就是他苦苦寻觅的人，这人将带给秦国前所未有的变局。兴奋之余， 秦孝公也产生了担忧，如果按照商鞅的做法，基本上要把秦国先前的制度法令全部推倒重建。他作为刚上台不久的君主，威信和根基很难和执政多年的历代先秦君王相比。要想推进改革，必须具备足够的勇气，因为变法势必会伤害到很多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如果把握不好分寸，会引起政变，甚至他都有可能性命不保。作为一个温室中长大的公子。 秦孝公有这样的担忧也算正常。商鞅看出了秦孝公的隐忧，他告诉秦孝公：“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迟疑不定者不会成功。真正的高人必定具有超乎常人的见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必定会遭众人厌恶。”商鞅这是在告诉秦孝公：不遭非议、不被妒忌的人算不上高人。秦孝公听后微微点头。商鞅见状，继续给秦孝公洗脑。他说。 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便能看到结果，而愚蠢的人即便事情发生了也猛然不知。智慧的人少，而愚蠢的人多，因此主上要做成一件事，不可与民众商量如何开始做，因为他们不过是鼠目寸光。君王只需要在事成之后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有高尚道德的人总是不合于习俗，建立大工业的人总是独断专行，不与众人共同商量，因此。 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利于民众，不必遵循旧的理智。血气方刚的秦孝公听完商鞅的见解后，顿时觉得热血沸腾。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个盖世雄主，当即表示支持商鞅的做法，有什么事和他一起扛。两人达成一致后，便开始着手变法落地。对商鞅来讲，拉秦孝公入伙只是第一关，他的真正敌人是朝堂上的保守派以及秦国的王公贵族。 朝堂便是商鞅的战场，政坛上的腥风血雨一点不比真刀真枪的厮杀安全。在变法之前，秦孝公让商鞅在朝堂上与大臣们辩论，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商鞅的理论。有的大臣表示，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倘若现在要变更法令， 不遵循旧法，恐怕天下人会在背后非议君上。这番言论不仅在反对商鞅，还试图对秦孝公道德绑架。面对来势汹汹的质疑声，商鞅表示，他们这些论调都是俗人的见解，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 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商鞅驳斥的有理有据，但保守派们仍不善罢甘休。他们又表示，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 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商鞅随即反驳，他说：“人们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遵循谁的理智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皇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治理天下绝不仅有一种方法，没有必要非得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 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却走向亡国。因此，循规蹈矩并非就是好，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说到这里，商鞅转向孝公，希望他不要再犹豫不决。这些保守派大臣本以为二十出头的商鞅只是一个黄口小儿，没想到他对各家各派学说都有涉猎，对远古的礼制法令如数家珍。在商鞅的攻势下， 秦国的保守派全线溃败，但这种胜利只是口头上的。要想真正实施变法，必须得到秦孝公坚定不移的支持。秦孝公对商鞅的辩解很满意。此次辩论过后，他把商鞅提拔为左庶长，这个职务相当于一国总理，足以看出秦孝公对商鞅的重视。至此，商鞅变法的大幕便缓缓拉开。商鞅变法的目的非常明确，那便是富国强兵。要想达到这一步， 就必须抛弃之前的仁义道德，对百姓用非常规手段。这些法令有很多让人反感甚至厌恶的地方，对百姓的要求激进苛刻，用人性的恶来控制百姓。商鞅出台了一个连坐法，规定百姓每十家为一十，五家为一伍，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 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这些规定当然令人十分不满。可是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商鞅就会不择手段。为政者能操纵民众只有两手：一手是赏，一手是罚。这两点做到位了，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巨人，中央政府就是巨人的头脑，是四肢躯干的操纵者。只要下达指令，该指令就必须得到彻底的、强有力的执行。 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权力的意志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面对这样的国家巨人，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抵挡。在商鞅的新法中，他把农业种植提高与整军备武同样的高度。他认为，经济是国家富强之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源。要想使国家富强，就必须发展农业，同时要抑制商业。只有让商业无利可图。 人们才会回到农业生产中。在对待农业生产的问题上，商鞅同样采用了赏罚分明的制度，通过奖赏来激发百姓们耕种的热情，通过暴力手段来逼迫他们必须从事农业生产。只有双管齐下，才能驱使他们做国家需要的事情。对于懒惰而贫困的人，商鞅不仅极度蔑视，还要用尽手段打击这些社会懒虫。他规定，对于不想从事农业耕种的懒人，一律抓到官府充当奴婢。 商鞅的政策核心就是，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要有用，无所事事的就要让他当奴隶，他不能逃脱国家严密的罗网。在军事改革方面，商鞅同样用奖惩作为手段，凡是在作战中英勇杀敌的，一律按照功劳大小进行封赏；对于有军功的人，得给予显赫的声明。没有军功的人，就算富有也不光彩。公室宗族倘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秦国人比较尚武。 民间经常出现各种私斗，对此，商鞅也做了严格的规定。对于擅自私斗者，要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他认为，百姓是国家的财产，百姓不能随意处置自己的生命，必须遵从国家的意志。综合来讲，商鞅的政策就是要把百姓当作国家机器的零部件，每个人必须竭尽所能地为国家机器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编写，商鞅把整个法令的细则全部完成。他知道。 此法令一经公布，势必会引起极大的反响。为了让百姓们接受并拥护法令，商鞅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国都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并对围观的人说：“谁能把这块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就可以奖赏十金。”围观的百姓对此都不相信，他们觉得不会有这种好事，没有人自告奋勇出来行动。商鞅知道民众的心理，于是又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百姓听后，顿时议论纷纷。 过了许久，终于有人站出来尝试。只见他把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百姓则跟在后面围观。当他完成任务后，商鞅当场拿出五十金进行奖赏。此事闹得满城轰动，极大的刺激了百姓们的欲望。商鞅知道效果已经达到，他当场表示：“秦国政府是讲信用的，说到做到。”紧接着，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以及各种奖惩制度。变法的大幕正式拉开。新法公布后。 商鞅遭到了几乎各个阶层的抵制，因为新法打破了人们固有的生活习惯，把他们从舒适区中赶了出来。商鞅坚持认为，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不停地重复，就能让他们养成新习惯。相较于没有权力的底层百姓，商鞅变法最大的难度来自王公贵族，他们不相信商鞅敢对自己动手，因此处处不配合。商鞅知道，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震慑这些王公贵族。 不然新法令就形同虚设。就在此时，年幼的太子犯了错，没有遵循新法令，商鞅准备拿太子开刀。这种做法放在历朝历代都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太子是国家储君，未来的君主，人们都争相上前巴结，而商鞅却要拿太子开刀，足以说明他推行新法的决心。商鞅告诉秦孝公，要想新法得到执行，就必须让所有的人都遵守。太子作为国家储君，不能对其用刑。 但太子的两位老师负有监督不力的责任，可以将他们法办，以此来代替太子的罪责。此时的商鞅已经下定决心，如果秦孝公选择袒护太子，他便辞官离开秦国。而秦孝公的变法决心是坚定的，他要的是富国强兵。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必须有人做出牺牲。在他的支持下，商鞅成功法办了太子的两个老师。王公贵族和朝堂官员得知此事后，无不震惊。所有反对者。 不再对新法指指点点，而是无条件的服从。王公贵族尚且如此，底层百姓也只得顺从。度过阵痛期后，大家逐渐适应了新法的存在。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百姓们路不拾遗，劫匪强盗也全部消失。儒家通过教化没有完成的事情，被法家实现了。这也证明，有时候暴力手段要比教化管用的多。在新法的加持下。 百姓们也享受到了国家富强带来的好处，生活水平和军队战斗力明显的提高。商鞅变法表面上看，让秦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孝公对商鞅非常满意，为了检验一下变法成果，秦孝公打算把军队拉出去练练。公元前三百五十四年，魏国对赵国大打出手，随后齐国、楚国也加入了战斗，令魏国无暇顾及西线防守。秦孝公打算趁机捞一把好处。 在征询了商鞅的意见后，秦孝公委任商鞅为大将军，率兵前去征讨魏国。对于商鞅此次率兵出征，王公贵族们非常关注，他们以为商鞅只是个文弱的书生，根本不会带兵打仗，希望商鞅能够在战场上出丑，最好能死在战场。但他们低估商鞅了，他不仅能变法改革，还非常善于带兵打仗，对兵法颇有研究。商鞅出征之时，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以及此次出征的意义。 但他对自己打造的这支秦师非常有信心，在他的率领下，秦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攻破了魏国的安邑，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战斗。公元前三百五十一年，商鞅再次率兵杀入魏国，并迫使守军弃城投降。这两次战斗让人们看到了商鞅的真正实力，他向世人展示了自己不仅能治理国家，在冲锋陷阵方面也是无可匹敌。自变法以来， 秦国的实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秦孝公对此十分满意。但对商鞅来讲，这仅仅是第一步。他已经开始酝酿新一轮的变法。第一轮变法主要是变更法令，限制民众自由，强化赏罚手段，让民众成为国家的奴隶。新一轮变法，商鞅则要进一步强化完善国家的行政功能。商鞅首先将秦国国都从雍城迁到咸阳，这样能够让秦国把战略重心往东转移。 进一步实现入主中原的计划，迁都还有另一个重大意义。作为新都咸阳的保守派势力不像旧都那么强大，可以进一步促进新法实行。商鞅还把秦国的乡邑村落整合为县，全国总共分为四十一个县，每个县都设置县令、县城、县尉，分别掌管县里的行政、军事。这三个官职由国君直接任命，进一步增加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为了增加国家的耕种面积。 商鞅从三晋大力引进劳动力，分给他们田地与住宅，鼓励他们开垦荒地。只要百姓们能力所及，开垦到的土地都归他们所有。这样既增加了秦国的劳动力，也使得韩、赵、魏三国的劳动力被掏空。最后，商鞅统一了度量衡制度，在各个层面建立了保准化、标准化的建立，使得兵工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进一步增强了秦军的实力。两轮改革完成后。 商鞅已经在秦国度过了十七年，此时的秦国不需要再进行大的改革，而是把精力放在了开疆拓土上。对于秦国来讲，要想入主中原，必须越过魏国这道门槛。公元前三百四十年，魏国派公子养镇守魏国西线。商鞅见状，知道机会来了。商鞅与公子养关系不错，公子养对商鞅非常信任。商鞅决定利用这个弱点给公子养下套。他向秦孝公请命。 请求对魏国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商鞅给秦孝公分析了吞并魏国西线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实现这一步。秦孝公对商鞅是无条件信任，于是让他组织了一支精锐部队。商鞅担任这支部队的统帅，准备出师远征征讨魏国。来到魏国西线阵前，商鞅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公子养，里面写道：“吾时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欲与公子面相见盟。” 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大意是说，自己与公子养关系好，不想兵戎相见，想请他喝一顿酒，然后各自退兵。公子养对商鞅的话深信不疑，他收到书信后便欣然前来赴宴。岂料酒喝到一半，便被商鞅扣押。驻守西线的魏军眼见自己的主帅被俘，军心顿时慌张起来。商鞅趁机发起了攻击，并大获全胜。此役魏国人惨败。 魏军被杀得浮尸遍地，血流成河。这场战争也是商鞅的代表作，不过赢得战争的手段非常被传统道义所不齿。商鞅攻破魏国的西线防守后，魏惠王顶不住国内的社会动荡，民怨沸腾，不敢再大举用兵，透支国力，于是主动选择与秦国和谈。面对前来求和的魏国使者，商鞅狮子大开口，在谈判中软硬兼施，最后迫使魏国割让了河西之地。 秦孝公得知谈判结果后，兴奋的前仰后合，万分赞叹商鞅的能力。作为秦国第一功臣，商鞅得到了足够的鲜花与掌声，同时还有巨额的封赏。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商鞅在秦国达到了人生巅峰。根据当年秦孝公在招贤榜上的承诺，对于能让秦国走向强大的人物，他愿意尊官分土。现如今，商鞅已经是位极人臣，为了进一步兑现承诺。 秦孝公把乌地封给商鞅，共计有十五个城邑。后来乌改名为商，故而后世不称未鞅或公孙鞅，而是称商鞅。巅峰之后便是衰落。得到封地后，商鞅在封邑内自称寡人，俨然一副君主模样。达到人生巅峰的他，也开始过上了飘飘欲仙的生活，对外界逐渐放松了警惕。就在商鞅欲仙欲死之时，一个名叫赵良的人给他敲响了警钟。 赵良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商鞅问赵良，自己与百里奚谁更强？百里奚是秦穆公时代的名臣，曾为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赵良在回答问题之前，说害怕自己的直言不讳会,会招致杀身之祸。商鞅承诺不会杀他，让他尽管直言。赵良得到承诺后，便开始直言。他说，百里奚执政时没有车马随众，从不操持兵器，夏天时不张伞，劳累了也不坐车。他死的时候。 秦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幼都为他流泪，这就是他的德行。而商鞅能见到秦王，是靠宠臣景监的推荐。当了秦相之后，用严刑峻法来残害百姓，对太子的师傅施行，这是累积怨恨与祸患。获得封地后，依靠旁门左道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自称寡人，用新的法度来压制秦国贵族，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听到这里，商鞅脊背一凉，他让赵良继续说下去。赵良说。 商鞅每次出门时都是前呼后拥，身边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没有这些保障就不敢出门。这样做在外人看来并不算英明神武，而是给人一种怕死的感觉。他说：“商鞅的生命就像清晨的露水，稍有不慎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赵良劝他归还国君所赏赐的十五座城邑，劝谏国君启用有才华的隐士。倘若还贪图财富与名位，增加百姓的怨恨，那么。 一旦国君有所不测，到时候被他打压的人会排着队前来杀他。赵良的一番话，俄昂商鞅如芒刺背，醍醐灌顶。他自认为是秦国的救世主，让秦国成为令人闻风丧胆的王者之师。他自认为是大秦的头号功臣，百姓们应该对他感恩戴德才对，怎么会恨他呢？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成功是建立在践踏百姓的人格与尊严之上。在他眼里，百姓只不过是绵羊、机器。 是供强有力者意识的工具罢了。这些年来，百姓只是习惯了这种高压式的生活，但并不代表这种生活就是对的。而且，商鞅之所以能屹立不倒，是因为秦孝公在背后支持。秦孝公倒下，他便失去了靠山。在赵良提醒商鞅的五个月后，秦孝公去世了。当年被商鞅打压的太子嗣继位，是为秦惠王。秦惠王上台后，此前被商鞅打压迫害的王公贵族全部趁势而起。 加之秦惠王心里本来就对商鞅有怨言，于是，一场针对商鞅的政治风暴到来了。商鞅意识到情势不妙，他想过多种应对方案，最后经过反复权衡，他打算逃跑至魏国。于是，打点行装，一路狂奔。当他行至边关附近时，天色已晚，饥寒交迫的商鞅想要找家旅馆休息，但旅馆必须要求他出示证件。但商鞅已经被全国通缉，根本不敢拿出证件。 沿途客栈老板见商鞅没有证件，均表示不敢收留，因为私自让没有证件的人住店是违法的，要受到重罚。而这条命令正是商鞅颁布的。就在那一刹那间，商鞅或许才意识到自己制造了一个大囚笼，要把别人锁在里面。可囚笼造好之后，自己却被锁在了里面。商鞅强打着精神，最后终于逃出秦国，进入魏国境内。地方官员得知商鞅到来，不敢怠慢。 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商鞅送到了魏惠王跟前。在魏惠王面前，商鞅下了一把赌注，他觉得魏惠王会珍惜他的才能并重用自己，帮助魏国重振雄风。但魏惠王是个心胸狭小之人，况且商鞅此前是攻打魏国的主力军，多次带领秦国蹂躏魏国，魏惠王早就对他恨之入骨，想杀之而后快。但商鞅是秦国的犯人，魏惠王不敢私自处置，于是派人把商鞅送到了秦国。 回到秦国后的商鞅已经成了丧家之犬，没人敢把他当朋友，也没人敢收留他。因为根据秦国的法律，知情不报者和擅自收留罪犯者都会被株连。人们见到商鞅，会争先恐后的前去举报。这条法律当初出自商鞅之手，如今却成了悬在自己头上的尖刀。走投无路的商鞅选择铤而走险，回到自己的封地。此时，秦国政府并未接手商鞅的封地。 因为商鞅毕竟是秦国名义上的头号功臣，要想杀他，需要一个正当理由。商鞅回到封地后，拼凑了一支军队，准备最后一搏。商鞅带着这支叛乱的军队进攻郑县，秦政府果断用兵，并将其生擒，用绳子严严实实地捆上，失去人身自由。往常都是别人被捆着压到商鞅的跟前，商鞅用征服者的目光居高临下看着可怜的生灵，用冷冰冰的语言决定他们的生与死。 今天，商鞅却成为一个被奴役者、被征服的失败者，等待着别人的判决。成为阶下囚之后，秦国的王公贵族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他身上，对他实施了车裂酷刑。所谓的车裂，就是把受刑者的头与四肢绑在五辆马车上，然后硬生生的把人撕成六块。这种刑罚就是人们熟知的五马分尸，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最残酷的刑罚。此前，只有弑君者才会被判处车裂。 足见人们对商鞅的憎恨。商鞅被杀后，他所创立的法令制度并没有被统治者们抛弃，反而被统治者奉作瑰宝，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升级，衍生出不同的形式。但归根结底，就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治。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无穷的压榨百姓、奴役百姓，百姓变成不会思考、只会体力劳动的工具。商鞅变法的本质是压榨百姓的最后一滴血。 然后为统治者服务，站在统治者角度，商鞅创造的法令制度是令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捷径。但对于百姓来讲，商鞅无异于是一个魔鬼，连人们躺平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只要活着，就必须被奴役；只要能呼吸，就必须被压榨。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对于商鞅变法的争议一直在持续。但无论如何，商鞅让秦国变得强大了，帮其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商鞅虽然死了。 但秦国一统天下的大门却被打开了。公元前三百三十八年，在秦国掀起惊涛骇浪的商鞅被处死。纵观中国古代政治，很多时候，只要变法改革的主导者去世，他所推行的新法也会被作废。但商鞅死后，魏惠王并未废弃商鞅的政策，而是继续沿用商鞅建立的制度法令。这是秦惠王的过人之处，他没有因为对商鞅憎恨就全面否定他的政策。 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最为发达的一个时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奇斗艳。在诸子百家中，纵横家独树一帜，是战国时代最显赫的思想流派之一。其特点全在于“实用”二字。他们不是啃书本，更不是读死书，而是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诸侯之间游走，以种种外交手段，在国际舞台上兴风作浪，纵横拽和，纵横之术，就是游说诸侯。 凭三寸不烂之舌行走江湖，所以非常重视说话的技巧，且对人的心理有独到的研究，洞悉人性的种种弱点。所谓纵横，即合纵与连横。韩非子释义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是义强以攻众弱也。”韩非子的这个说法并不能完全概括战国时期的纵横术，因为诸侯之间除了弱弱联合、弱强联合之外， 还存在强强联合。纵横术起源于何时？没有明确的推断，但其起源地主要来自晋国。三家分晋时，韩、赵、魏三家就频繁利用合纵连横之术。纵横之士大多出自三晋，但为这些纵横家提供广阔舞台的却是秦国。纵横家之所以在秦国大放异彩，是因为秦国是一个强国。纵横术作为一项外交技术，必须有强大的国力作为后盾。如果自己的国家不强大， 任凭口舌再伶俐，也难以发挥作用。再者，纵横之术得以施展，还要依靠高效的政府和善于变通的管理者。如果管理者比较死板，政府运作效率比较低下，纵横之术也没有发挥的空间。随着各路诸侯国之间的战事逐渐频繁，纵横家们也开始登上舞台。首先大放异彩的便是苏秦、张仪、公孙衍等人，他们口若悬河，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来回穿梭。 谈笑间制造的威力，可能胜却千军万马。关于苏秦的故事，后世流传甚广。本视频关于苏秦平生事迹的讲述，主要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同时参考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一书》，并结合其他编年体史书中有关苏秦的记载，来一窥苏秦思想活动和人生轨迹。苏秦出生于东周洛阳的一个商人家庭，但他对经商丝毫没有兴趣。 年轻时就周游列国，并拜入鬼谷子门下学习纵横术。与他一同学习的还有张仪。尽管人人都夸赞苏秦才华横溢，但他自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师弟张仪。关于苏秦师承鬼谷子一事，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佐证，甚至连鬼谷子是否真的存在也是值得商榷的。此前，孙膑和庞涓也被传是鬼谷子的徒弟。后世之所以这么杜撰，只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 苏秦完成学业之后，苏秦带着一腔热情游走诸国。然而，他早年的说客生涯并不如意，攀不上贵人相助，四处碰壁，无可奈何之下，他回到洛阳家中。归来时两手空空，身无分文。他本来想为家里人赢得一个未来，衣锦还乡，不想却如此寒酸的回来，免不了遭家人的轻视。不但自己的兄弟姐妹看不起自己，就连妻子小妾都对他冷眼相待。 认为他并不是从政的料，应该本本分分的跟着家里人一起做生意。旁人的看轻对苏秦的打击很大，他总结了这些年自己混得不好的原因。他认为并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而是具备的知识不够精妙。于是改变埋头苦读的策略，到处搜罗奇书。最终他找到一本名叫《音符》的书籍，相传是姜子牙所著。他读后感觉受益匪浅。 便把此书当作揣测君王意图的秘术，潜心研究。闭关深造一年后，苏秦重出江湖。他打算施展自己最新掌握的才能，于是把第一战放在了周天子周显王身上。虽然此时的周王室已经名存实亡，但周显王听说苏秦只是个破落户，连自己的家嫂都取笑他，根本不给他见面的机会。再次出师不利的苏秦并没有气馁，而是打算到秦国碰碰运气。 此时的秦国正值商鞅被五马分尸后不久，新上任的秦惠王对国外说客比较谨慎。苏秦好不容易见到了秦惠王，上来就声称自己能够帮秦国一统天下。对此，秦惠王并不热情。他现在最需要的是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不是寻求一统天下。自认为能拿捏君王心思的苏秦，因为没有揣摩透秦惠王的心思，而再次碰壁。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后，并未气馁。 如果他此时选择归乡，必定会遭到更严重的耻笑。想到此处，苏秦又咬咬牙，来到了赵国，并见到了赵国君主赵肃侯。赵国主持国家政事，主要是他的弟弟奉阳君。奉阳君不知与苏秦有什么过节，横竖看他不顺眼，处处与他为难。苏秦觉得在这里没什么希望，便离开赵国，前往燕国。在战国七雄中，燕国最弱。此时，燕国的君主是燕文侯。 纵横家是没有政治准则的，遇人说人话，遇鬼说鬼话。到哪个国家去发展，就要说对这个国家有利的话。为了打动燕文侯，苏秦选取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他问燕文侯：“目前天下是一片乱局，为什么燕国能够保持安然无恙呢？”燕文侯一听，顿时来了兴趣，让苏秦继续说下去。苏秦分析说：“赵国与秦国打了五次仗，其中秦国赢了两次，赵国赢了三次。” 秦国与赵国都遭受损失，而燕国却得以免遭战祸。这都是因为有一个完整的赵国。秦国倘若要进攻燕国，就得长途跋涉数千里，就算得了燕都，也没法镇守。而赵国倘若要攻打燕国，只需要十天就可以集结数十万的大军，用四五天就可以攻到都城之下。因此，秦国攻打燕国是在千里之外作战，而赵国攻打燕国却是在百里之内作战。 因此，燕国应当与赵国亲善合纵，那么燕国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在这里，苏秦提出了合纵的战略，这成为战国时代最重要的外交策略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一谈到纵横术，就必谈苏秦的原因。是他把合纵作为弱国抵抗强国的有力武器。该思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令战国时代的外交战术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也是后世纵横家极力神化苏秦的原因所在。 燕文侯听完苏秦的分析后，表示十分认同，但仅仅是分析还不能完全折服他。燕文侯告诉苏秦，如果他能通过合纵手段来保障燕国的安全，会拜他为燕国国相。苏秦听后十分激动，他果断抓住了机会，表示愿意到他国进行谈判。于是，燕文侯为他准备了车马与玉帛。与之前落魄不堪的境遇相比，此时的苏秦信心满满。 苏秦把出访的第一站选在了赵国，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赵国的奉阳军刚刚去世。苏秦告诉赵肃侯，他说：“赵国的土地方圆两千余里，军队数十万人，战车千辆，战马万匹，粮食可供数年之用。赵国周边西有长山，南有黄河、漳水，东有清河，北有燕国。燕国只是一个弱国，不值得担心。秦国不敢举兵伐赵。” 主要是害怕韩国、魏国从背后暗算。这么看来，韩国与魏国是赵国在南面的屏障。可是韩魏两国却没有名山大川之险，秦国攻伐这两个国家，可以采用蚕食政策，一直逼近到两国的首都。韩魏两国倘若无法抵挡秦国的进攻，只能俯首称臣。秦国没有韩魏两国的掣肘，则赵国必定要大祸临头。苏秦在游说的过程中。 提出其他五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压制秦国。赵肃侯对苏秦的见解非常欣赏，并表示愿意拜苏秦为相国。据《史记》所记，苏秦游说韩、魏、齐、楚四国，最后六国合纵成功。他理所当然的配六国相印，然后让秦国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史记》在中国史学界的地位独树一帜，但里面有诸多史实存在杜撰演绎的部分。 比如苏秦配六国相印，大概率是假的。据《史记》记载，苏秦游说韩国时，当政者是韩宣惠王，但此时韩国君主是韩昭侯。苏秦游说齐宣王、魏襄王的说法也有错误，此时齐国君主是齐威王，而魏国是魏惠王。诸如此类的漏洞不在少数。从逻辑上来看，如果苏秦同时配六国相印，其权力已经超过了六国的君主。 诸侯国君主即便再怎么欣赏苏秦，也不会同时给苏秦打下手。但苏秦被赵肃侯拜为国相一事，大概率是真的。苏秦彻底实现了逆袭，也是真实的。出人头地的苏秦彻底挺直了腰杆。当他的队伍经过洛阳时，周天子都派高官到洛阳城外迎接。之前看不起他的人，纷纷拜倒在他跟前，对他露出谄媚的笑容。此时的苏秦达到了人生巅峰。苏秦担任赵国相国时。 担心秦国发兵攻打赵国，如果秦军来犯，势必会影响赵国的安全，也会影响他的相国位置。为了对付秦国，他想了一个办法，便是在秦国政坛安插一个内应，以此来左右秦国的政策，避免秦国对赵国大举用兵。苏秦的想法是好的，但在敌军核心位置安插内应，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前去充当内应的人足够优秀，而且需要有秦国接受这个内应。 并且不对他起疑心，这个计划实施起来难度极大。就在苏秦一筹莫展之际，他突然想到一个人，他认为此人只要能进入秦国政坛，就一定能打进核心圈子，左右秦国的政策走向。此人就是苏秦的好友张仪。在苏秦一边运作张仪进入秦国政坛的时候，齐国和魏国却突然对赵国发兵。公元前三百三十四年，齐国和魏国联合攻击赵国，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苏秦不知所措，因为此前他向赵肃侯承诺，会通过自己的合纵之术使赵国免受战乱。现如今，赵国不得不耗费巨额人力物力来应对齐、魏两国的进攻。赵肃侯眼见赵国被攻击，便开始冷落苏秦。苏秦发现赵肃侯对自己失去信心，与其坐以待毙被削掉职位，不如寻找新的机会。于是，打算离开赵国投奔燕国。他向赵肃侯提出请求。 自告奋勇出使燕国，理由是要让赵国与燕国联合，共同对付齐国。其实他只是为自己选择一条退路。他的请求得到批准，于是便离开赵国，重返燕国。可是事情又不凑巧，苏秦到燕国时，燕文侯正好去世了。燕文侯去世后，太子继位，是为燕易王。齐国趁燕国权力交接之际，发动战争，一举攻陷燕国十座城邑。在燕易王看来， 苏秦简直就是个瘟神。他到赵国，齐、魏就攻打赵国；他到了燕国，齐国就攻打燕国。燕义王对苏秦冷嘲热讽地说了一顿，让他尴尬万分，无地自容。作为一个纵横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脸皮厚。尽管被燕义王冷嘲热讽，但苏秦并未掩面而逃，而是故作信心满满的样子。他向燕义王承诺，一定会把燕国被占领的十座城池拿回来。 纵横家最厉害的武器是嘴皮子，并不是带兵打仗。苏秦向燕义王承诺后，便起身前往齐国。他想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齐威王放弃所占领的十座城池。对一般人来讲，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苏秦找到了一个突破口。由于燕义王的夫人是秦惠王的女儿，秦国是唯一能与齐国抗衡的国家。苏秦打算在这里寻求突破口。他告诉齐威王，燕国索然弱小。 但燕易王是秦惠王的女婿，如果占领了燕国，就相当于得罪了秦国。为了十座城池而与秦国为敌，并不明智。齐威王思索了一下，认为苏秦说的有些道理，内心动摇了一下。他问苏秦应该如何化解齐国与秦国之间潜在的危机。苏秦知道时机已到，他告诉齐威王，如果能归还燕国十座城池，燕国一定非常高兴。 秦国知道齐国是看在他们面子上才规划十座城池，势必也会非常高兴。届时，燕国和秦国都会感激齐国，这也会增加齐国的威望。按照后世纵横家的说法，在苏秦的劝说下，齐威王认为他说的有道理，于是把十座城池归还给了燕国。不可否认，苏秦的劝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齐威王身边一堆谋士不可能因为苏秦三言两语就产生动摇。本人认为。 齐威王之所以答应归还城池，是因为齐国有不法有丧之国的传统。齐威王刚继位不久，趁燕文侯去世而大举进攻，有损自己的威名。苏秦的到来正好给了他借坡下驴的机会，于是苏秦阴差阳错地解决了一次大型的国际纠纷，后世把功劳完全算在了他头上。苏秦从齐国回到燕国后，本以为能迎来一片喝彩声，但却事与愿违。 因为有人在燕翼王面前说苏秦的坏话，说他是一个左右摇摆、卖国求荣的小人，将来一定会作乱。燕翼王本来对苏秦的好感就不多，听完他人的分析，对苏秦更加厌恶。虽然苏秦帮燕国讨回了十座城池，但燕翼王并没有对他授予官职。苏秦见燕翼王之前已经得知有人说他的坏话，他不想逆来顺受，于是反问燕翼王。 如果有笑如曾深，廉如伯夷、信如尾生的人前来辅佐燕义王，会不会答应？燕义王听后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求之不得。”苏秦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陷阱。眼见燕翼王入套，苏秦便开始反击。他说：“笑如曾深的人不肯离开父母亲，在外面住上一晚，这样的人如何能让他远离父母来服侍主上呢？廉若伯夷的人有义气，不愿做周王的臣子。” 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人都饿死了，还能期望他前来辅佐君主吗？信若尾生的人，跟人家约好桥下相会，可是人家没来，他等到大水来了也不离开，抱住桥柱淹死了。像尾生这样的人，能期望他千里迢迢去说退齐国强大的军队吗？苏秦见燕翼王略有迟疑，紧接着说：“不能只以忠厚老实来衡量一个人，况且他也不是一个反反复复没有原则的人。” 他把老母亲安置在东周老家，跑到这里为燕国效力，这是曾参等人做不到的。听了这些话后，燕易王也觉得有道理，便厚待苏秦，重新授予他官职。这样，苏秦在燕国便待了十几年，在这里如鱼得水。此前，燕国在七国中一直处于边缘地带，随着苏秦推行合纵的外交政策，使得燕国在七国中的存在感逐渐增强，苏秦在燕国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可就在他顺风顺水的时候，一件麻烦事找上门来。燕义王的母亲主动找上门来与苏秦私通，对此苏秦并未拒绝。燕义王得知此事后，并未责罚苏秦，反而对他更加礼遇。燕义王作为一个孝顺的人，不想扫母亲的兴，但苏秦感觉此事比较棘手。如果某天燕义王翻脸不认人，与他目前私通就会被翻出来，弄不好会把性命搭进去。想到此处，苏秦决定离开燕国。 他的首选目标便是齐国。以齐国的实力，燕王没有能力强行让齐国放人。下定决心的苏秦并没有偷偷逃跑，他把自己真实想法告诉了燕翼王。燕翼王对此表示理解，便同意他前往齐国。为了表示知遇之恩，苏秦表示到了齐国后会继续为燕国谋取利益，实际上有一点间谍的性质。为了能博取齐威王的信任，燕翼王和苏秦假装产生了矛盾，并追杀苏秦。 后者无奈之下，跑到了齐国。齐威王是个明君圣主，他认为苏秦是个有才之人，便任用他为客卿。公元前三百二十年，齐威王病逝，苏秦奉劝继位的齐宣王大肆扩建宫殿，以彰显国威。实际上，此举是为了让齐国劳民伤财。作为一名间谍，苏秦在齐国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不过，由于他过于嚣张跋扈，也招致了很多妒忌。最后，妒忌变成了恨。 齐国一些大臣眼见苏秦受宠，内心恨意十足，于是便派刺客前去刺杀。虽然苏秦当场没被杀死，但因为伤势过重，最后生命垂危。齐宣王下令全城搜寻刺客，但最终一无所获。齐宣王前来探视，苏秦用最后的力气告诉齐宣王：“如果他死了，就宣布他是燕国的间谍，同时将他车裂示众，这样刺客就一定会出现。”按照中国古人的传统。 死后都想留有全尸，但苏秦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去，他想效仿吴起，即便自己死了，也要拉他人垫背。尽管齐宣王不想听从苏秦的建议，但他想抓住杀害苏秦的凶手，于是将其五马分尸。刺杀苏秦的凶手听说苏秦是燕国的间谍，自以为立了大功，便跑到齐宣王面前邀赏，结果把齐宣王逮个正着。盛怒之下的齐宣王将刺客及其背后主使悉数处死。 纵观苏秦的一生，他有过高光时刻，但这些高光时刻和同时代的人比起来暗淡无光。有些人死去要比活着有价值。苏秦死后，后世纵横家对他进行了各种神话，将其描述为凭借嘴皮子就能抵挡百万雄师的神人。后世不在乎苏秦是否做过这些事，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精神图腾。苏秦身上寄托了纵横术士们的梦想，能从社会底层奋斗到权力高层。 冲破身世贫穷的种种束缚，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这或许是苏秦被后世推崇的主要原因之一。苏秦作为合纵思想的祖师爷，在历史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真正将合纵思想推向巅峰的，则是公孙衍。与此同时，与合纵形成对抗的连横思想也横空出世。发起连横运动的人，则是张仪。张仪早年与苏秦一样，遭遇过许多挫折。 坎坷似乎是纵横家成长道路上必须修炼的课程，唯有坎坷才能完全挖掘出自己的潜力。张仪是魏国人，和苏秦是同门师兄弟。他的年龄虽然比苏秦小，但在求学期间展现的才智让苏秦自愧不如。张仪天生巧舌如簧，完成学业的他自认为天下无敌，便开始踏入江湖。此时正值魏惠王统治时期，对于张仪这种天生油嘴滑舌的人。 魏惠王并没有好感，张仪一直得不到重用。张仪眼见在魏国没有用武之地，便来到了楚国，并成为楚国令尹府里的门客。正当他以为人生轨迹就此改变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他与令尹喝完酒后，令尹丢了一块宝贵的玉璧，令尹府里上上下下的人都觉得是张仪偷得，因为他家里贫穷，肯定会见财起意。于是将张仪抓起来严刑拷打。张仪紧咬牙关，拒不承认。 因为他知道，一旦被认定为小偷，自己的政治生涯便结束了。由于张仪拒不承认，令尹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张仪是小偷，过了一段时间便将他放了。张仪回到家中，妻子见他遍体鳞伤，非常心疼。张仪则乐观地表示，只要他的舌头还在，就能东山再起。养好伤之后，张仪打算再度出山，但找不到方向。就在他前途渺茫之际，有人为他指点迷津，告诉他。 苏秦已经在赵国功成名就，可以前去投奔。张仪听后大喜，立马打点行装前往投奔苏秦。实际上，这位指点迷津的人正是苏秦派来的，目的就是要把张仪引到赵国。张仪来到赵国后，马上在苏秦府邸外求见，但一连好几天都没见到苏秦。此时的张仪有点失落。几天后，苏秦终于答应见张仪，但两人见面并没有同窗之间的寒暄。 苏秦对张仪各种怠慢和侮辱，苏秦这些举动让张仪自尊心颇受打击。离开苏秦府后，他发誓一定要报复。既然要报复，就要选一个实力最强的国家做后盾。于是，张仪踏上了前往秦国的征程。只是张仪未曾想到，他是苏秦大计划中的一枚棋子。苏秦担心张仪在赵国这种小地方只会消磨意志，秦国才是他的舞台。 当他得知张仪动身前往秦国后，又派出自己的门客进行暗中保护，并替张仪疏通关系，让他有机会见到秦惠王。秦惠王刚上台时就灭掉了商鞅，为自己清除了一大内患。刚开始，秦惠王对国外的说客有一种排斥心理，故而当时刚到秦国的苏秦游说不成，反碰一鼻子灰。可是很快，这位明智的君王发现，秦国之所以蒸蒸日上。 靠的完全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冒险分子，于是他便抛弃成见，任用魏国人公孙衍为大良造，这使秦国避免了闭关锁国的命运。张仪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秦国，靠着苏秦暗中相助，他顺利见到秦惠王，并向他大谈远交近攻的连横战略。秦惠王听后十分感兴趣，于是重用张仪。从此之后，张仪在秦国政坛崛起，平步青云。 此时，苏秦派来的门客见张仪已经在秦国站稳脚跟了，便前来告辞，对他说自己就要离开秦国，然后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张仪。此时的张仪才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为这些年来一直怀恨苏秦而感到羞愧，并向苏秦的门客承诺，他绝对不会做对不起苏秦的事情，更不会主动去攻打赵国。虽然张仪承诺不去攻打赵国，但此时秦国的大良造是公孙衍。 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离间魏国、齐国与赵国的关系，鼓动两国去攻打赵国。公孙衍的做法让张仪十分不满。公孙衍和张仪都来自魏国，两人的政治主张不同，同在一个屋檐下做事，就免不了明争暗斗。张仪的水平要力压公孙衍一头。在此后的几年里，秦惠王对张仪的信任大大超过了公孙衍，这让后者感到失望。公孙衍眼见张仪压过了自己，索性离开了秦国。 回到了魏国，公孙衍的叛逃让秦惠王找到了讨伐魏国的借口。公元前三百二十八年，秦惠王派秦公子桑与张仪共同讨伐魏国。此举也是秦惠王对张仪的考验，让他率军前去讨伐自己的同胞，可以检验一下张仪对秦国的忠诚度。但张仪的脑海里丝毫没有同胞这种概念。当初他远走魏国是因为得不到重用，如今攻打魏国根本算不上背叛。在张仪的带领下。 秦军势如破竹，大败魏军的同时，还占领了濮阳。可就在此时，张仪却突然劝说秦惠王归还濮阳，并派一名公子到魏国做人质。起初，秦惠王有点怀疑张仪的忠诚度，但经过张仪的解释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张仪深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他知道魏惠王爱面子，秦国大败魏军的同时，突然示弱，让魏惠王觉得很有面子。 为了报答秦国的恩惠，魏惠王大手一挥，直接送给了秦国十五座城池作为回礼。秦国将之前从魏国手里夺取的两座城池还给了魏国。如此一来，魏国捞足了面子，而秦国没付出任何成本，便从魏国手中获得了十五座城池。经此一役，张仪不但在秦惠王面前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也证明了自己的忠心。此前，秦国最高官职是大良造。 为了奖赏张仪，秦惠王决定设立丞相一职，并由张仪担任。经过多年的打拼，张仪从一个社会底层人物一跃成为大秦的丞相，成为时代的传奇人物。此前被贵族垄断的统治阶层，在战国时代被逐渐打破，越来越多的底层人物凭借自身才华慢慢走上了最高舞台。成为丞相的张仪表现欲十分强烈，他眼见苏秦离开了赵国。 便不再恪守不攻打赵国的承诺，于是回师伐赵，接连取得大胜。此时的华夏大地，齐国和秦国成为东西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进一步实现扩张，张仪使用了连横的招数，通过远交近攻，联合齐国和楚国，打算一起灭掉韩、赵、魏三个邻国。就在张仪劝说齐楚两国一起合作围攻韩、赵、魏的时候，身在魏国的公孙衍把韩、赵、魏、燕、中山五个国家联合起来。 一起对抗张仪的连横之策，在公孙衍的策动下，张仪的连横战略遇到了困难。张仪思索再三，他明白要想破掉公孙衍的合纵战略，必须深入虎穴。他打算夺取魏国的相位，然后瓦解魏国发起的合纵联盟。于是，他和秦惠王演了一出双簧。他让秦惠王罢黜自己的相位，并将其驱逐秦国。然后，张仪顺理成章地跑到了魏国。张仪跑到魏国后。 给魏惠王带来了一个信息：秦国打算和魏国一起图谋韩国。张仪暗示魏惠王，一旦秦魏联手，就能共同瓜分韩国。此时的魏惠王已经在位几十年，早已经老迈昏庸。他刚同意公孙衍的合纵之策，达成了五国结盟，共同对抗秦国。如今又违背合纵盟约，试图从盟友韩国身上捞好处。后来，魏惠王听从张仪的意见，并拜张仪为魏国丞相。公孙衍知道。 张仪来魏国肯定不安好心，为了将张仪拉下马，他想了一个计策。公孙衍来到韩国，找到了韩国执政韩公叔，向他分析了张仪的阴谋。韩公叔相信公孙衍的说辞，为了不让张仪得逞，韩公叔决定牺牲韩国的利益，同意向魏国称臣。公孙衍回到魏国后，向魏惠王展示了自己的外交成果，说魏国不用费一兵一卒就能将韩国拿下。 他劝魏惠王不要与狼子野心的秦国合谋，如此一来，魏惠王的立场又站到了合纵联盟这边，然后又罢黜了张仪的相位。此轮博弈以张仪完败而结束。张仪被罢黜后，并未急于返回秦国，而是一直待在魏国，暗中与秦惠王保持联系。公元前三百一十九年，在位五十年的魏惠王去世，在他执政期间，魏国始终处于战乱之中。 魏国也从当初的中原霸主成为了二流国家。公元前三百一十九年，在公孙衍的主导下，魏国与韩、赵、燕、楚达成了五国协议，组成了强大的合纵联盟。魏国为了拉拢楚国加入，不惜让出主导者的地位。这样一支看起来无坚不摧的多国部队，在函谷关被秦军凭借一己之力击溃。究其溃败的原因，并非五国部队战斗力不强，而是合纵国之间各怀鬼胎。 都想让别人在前面充当先锋，自己可以在后面尽享渔翁之利。这是合纵思想的弊端，这种弊端似乎难以解决。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尽管中原诸国发起了多次合纵运动，但都未取得理想的效果。五国伐秦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此次出征并非一无所获。公孙衍凭借自己的才能，成功策反了义渠部落，让义渠主动驻兵攻打秦国。义渠部落本是容忍演变而来的。 数百年来，和秦国之间互有攻伐。公元前三百二十七年，秦惠王最终将义渠收之麾下，治为一县，纳入中央政府的管辖。义渠王也降格为臣子。显然，对义渠王来说，这真算是奇耻大辱了。只要有机会，他势必会扯起反秦的大旗。本来，义渠在秦国的压制下毫无翻身的机会，但东方兴起的合纵运动让义渠看到了曙光。此前。 义渠王派人到魏国找公孙衍，希望加入合纵联盟。公孙衍托人转达义渠王说：“只要东方诸国伐秦，秦国一定会讨好义渠，但义渠应该作为策应，共同举事。否则，东方诸国被秦国压下后，会重新对义渠用兵。”此次五国伐秦之初，秦国谋士陈轸告诉秦惠王：“此时应当去拉拢义渠王，防止他在背后作乱。”秦惠王听从了陈轸的建议。 便以上等锦绣千匹、美女百人贿赂义渠王，而义渠王没有接受秦国的贿赂，而是宣布独立，并组织精锐部队偷袭秦国。准备不充分的秦国部队被义渠军队打得大败。这是五国伐秦中唯一的亮点。五国伐秦失败后，韩赵魏再次组织了三晋联军，准备大举伐秦。韩赵魏三国虽然之前矛盾不断，但他们三者明白。 在强大的秦国面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生路。于是，他们三国暂时放下争端，组织了一支强大的部队，准备和秦国一决雌雄。此时，秦军面临两线作战的境地。为了化解三晋军团带来的威胁，秦国延续了张仪的连横之术，开始了远交近攻，派人到齐国积极游说，说服了秦国人从东边进攻三晋军团。公元前三百一十七年。 秦齐两国分别从两个方向夹击三晋军团，最终三晋军团遭遇了惨败，秦军直接斩首八万余人。此役击碎了三晋军队抗衡秦国的意图，也让连横之术在实战中再次大败合纵之术。马陵之战后，魏国已经从第一流的军事强国跌落为二流国家，而齐国与秦国超越魏国成为第一流的军事强国，如今再次惨败给秦国。 使得魏国的实力与地位再次一落千丈。曾经颇有抱负的魏襄王，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信心几乎崩溃。危机之中蕴含着转机。当张仪看到魏国陷入一片惊慌时，闲居多年的他来到魏襄王面前，劝说魏襄王臣服于秦国。他说：“合纵之术已经被反复证明不堪大任，亲兄弟之间尚且不能齐心协力，何况是存在利益纠葛的诸侯国？”然后。 张仪从地理位置、战略发展等层面给魏襄王逐一分析，斩钉截铁地告诉他，魏国的唯一出路就是臣服于秦国。魏襄王被连番失利磨平了信心，在张仪翻江倒海的劝说下，最终决定向秦国臣服，并委任张仪为中间人，负责在秦魏两国之间穿针引线。为了防止魏襄王反悔，张仪离开魏国前三番五次告诫魏襄王，一定不要相信身边的合纵家。 此时的魏襄王已经对张仪深信不疑。张仪见状，便动身前往秦国。秦惠王得知张仪从魏国回来后，激动不已。他们谋划多年的间谍计划终于成功。张仪凭借一张嘴，让魏国不战而降，屈服于秦国，可谓帮了秦国大忙。为了表示对张仪的奖赏，秦惠王再度任命张仪为秦国丞相。张仪回到秦国后，第一件事便是再次建功立业。 他把目标放在讨伐韩国上面。张仪之所以想要攻打韩国，是因为韩国一年前刚经历了惨败，元气大伤。再者，魏国已经投靠秦国，韩国已经无法从魏国那里搬救兵。另外，韩国与周王室相邻，只要打败韩国，就能指导周王室掌握政治话语权。正当张仪精心设计攻韩方案时，秦国西南的两个邻国巴国和蜀国发生了战争。秦国对于这两国觊觎已久。 此时出兵能顺利拿下他们。秦国固然强大，但只能将兵力聚合在一出。于是朝堂上下围绕先攻打韩国还是蜀国产生了分歧。为此，秦惠王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此，张仪表示，应该先攻打韩国。只要能拿下韩国，就可以把周王室掌握在手里，逼迫他们献出象征权力的九鼎。只要拿到了九鼎，就可以号令诸侯，从而实现王者之业。 在张仪看来，巴蜀只是蛮夷之地，当务之急应该争夺中原，不应该把精力放在蛮夷之地。张仪的看法是朝中大多数人的看法。面对张仪的雄辩，另一位大臣司马错表示反对。他认为应该先攻打巴蜀。他说：“要实现王者霸业，必须实现三个基础：第一，要使国家富裕，这必须要扩大国土面积；第二，要使军队强大，这必须使百姓富有；第三。” 要称王就得广施恩惠，这三点做到了，那么王者的事业就具备条件了。可是现在秦国土地还不够大，百姓还不够富有，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先解决这两件事。蜀国是西部偏远的国家，又是戎狄之长，国内面临危机。现在秦国如果能乘势发动进攻，必定是手到擒来，夺取蜀国的土地以扩大秦国的地盘，夺取蜀国的财富来充实秦国百姓的腰包。 改善军队的装备，蜀国实力不强，不必付出重大伤亡就可以令他们举国投降。此时出兵救援八国，师出有名，灭掉蜀国，天下人也不会说秦国残暴和贪婪。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举多得，名利双收。倘若是攻打韩国，挟持天子，不但会背上不义的恶名，还未必能得到多少实际好处。周在名义上是天下诸侯共尊的王室，而韩国与齐国是盟友。 如果周王室面临丧失九鼎的危险，韩国面临丢失国土的困境，必会困兽犹斗，向齐国、赵国借兵，谋求与楚国、魏国和解。楚国人一直觊觎周氏的九鼎，要是周天子情急之下把九鼎送给楚国，那楚国必定会一马当先出兵相救。魏国一直想得到韩国的三川之地，韩国迫于无奈之下将三川之地拱手相送，魏国势必会与韩国联手对付秦国。如此看来。 攻打韩国的战略不如攻打蜀国来得圆满。司马错此番论述逻辑非常清晰，令秦惠王及其他朝堂重臣耳目一新。听完张仪和司马错的见解后，秦惠王决定先攻打蜀国。秦惠王明白张仪的本质是一名政治投机分子，他要的是急功近利。攻打蜀国不如拿下韩国更能增加名声，因此他选择攻打韩国，而司马错却放眼长久。 能够真正为秦国的王者之业着想。张仪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投机分子，得知秦惠王决议伐蜀后，便充当急先锋，积极投入到伐蜀的准备中。最最终，秦惠王命张仪、司马错共同伐蜀。公元前三百一十六年，秦国轻松拿下蜀国。为了进一步控制蜀地，秦国进行了一场人口大迁移，把大量中原人口迁往蜀地，使得蜀地逐渐变成了天府之国。 后来变成了秦国的粮仓。事实证明了司马错的目光长远。伐蜀之战也是继商鞅变法后，秦国再次实现突飞猛进的关键因素。伐蜀战役结束后，司马错以巴蜀两地的士兵为主力，纠集十万大军，造大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沿着涪水漂流而下，向东进攻楚国。这次作战大获全胜，秦军攻城略地。秦惠王把这块新得来的土地并入秦国，设黔中郡。 眼见秦国对楚国用兵，出于制衡的目的，齐国选择与楚国结盟。这两个大国结盟形成的威胁，要比当初的五国联盟大得多。在齐国的帮助下，楚怀王于公元前三百一十三年派军攻入秦国，并拿下了曲沃。对此，秦惠公颇为恼怒，但凭一己之力很难打败两国联盟。关键时刻，秦惠王再次想到了张仪。 希望他能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拆散齐国与楚国的联盟。对于出使楚国，张仪并未拒绝。想当初自己在楚国被诬陷为小偷，并被打得半死，这些记忆还刻在心里。对于欺骗楚国这件事，张仪丝毫不打算手软。张仪见到楚怀王后，便向其承诺说，如果楚国断绝与齐国来往，秦国将献上六百里商於之地。张仪事先摸透了楚怀王沽名钓誉的性格。 面对六百里之地的诱惑，楚怀王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没过多久，便宣布与齐国断绝往来。在得到土地之前，楚怀王就把秦国向楚国进献六百里之地的事情大肆宣扬。群臣见状，也纷纷上表祝贺。此时，有人提醒楚怀王，为了保险起见，可以表面上与齐国断绝来往，暗地里仍保持友好关系。等秦国兑现六百里之地的承诺，再与齐国断交也不迟。 但楚怀王根本听不见去谏言，执意自作主张，并封张仪为名誉丞相。随后，楚怀王派使者随张仪一同入秦，办理六百里土地交接问题。张仪一回到秦国，便上演了一出苦肉计。他假装醉酒，故意从马车上摔下来，然后在卧病在床不起，一直拖了三个多月，仍未上朝。此事让前来秦国办理交接的楚国使者非常着急，于是向楚怀王汇报了此事。 按正常人的想法，都知道张仪卧病在床，肯定有猫腻。但楚怀王的脑回路和一般人不一样，他不但没怀疑张仪，反而认为是自己与齐国断交的不够彻底，才导致秦国迟疑不决。于是派了一个人到齐国，当着齐国人的面大骂齐宣王。楚怀王此举直接惹怒了齐国人，齐国一怒之下，不但与楚国反目成仇，紧接着向秦国伸出友谊之手。 秦国人非常高兴地接过了齐国抛来的橄榄枝，眼见计谋得逞，张仪当即从病榻上跳起来，前去接见楚国使者。只见他拿出地图，非常认真地在上面写写画画，最后给了楚使六里土地，让其回去交差。楚国使者表示，自己接到的命令是前来接收六百里土地，而不是六里。但张仪拒不承认，一口咬定当初承诺的是六里，而不是六百里。 由于当初张仪向楚怀王只是口头承诺，并未签订协议，楚怀王得知此事后懊悔不已，一怒之下想要攻打秦国。眼见楚怀王要冲动行事，此前劝说楚怀王不要与齐国断交的谋臣再次出来劝谏。他说：“与其攻打秦国，不如干脆再送给秦国一座城池，换取与秦国共同出兵攻打齐国。既然与齐绝交，就铁下心来联合秦国攻齐，把楚国的损失从齐国人身上捞回来。” 楚怀王听后勃然大怒，他觉得自己不能忍受这种委屈，一定要给秦国人一个教训。于是派兵前去攻打秦国。起初，秦军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但没过多久，秦国就由守转攻，在丹阳与楚军进行了惨烈的决战。丹阳一战，楚国人被斩下的首级共有八万多个，楚军总司令、将军等七十余名将领成为秦军的俘虏。楚怀王眼见自己兵败如山倒。 不但没有痛定思痛、休养生息，反而激起了他的赌徒心理。他想通过一场大胜，把之前失去的全部都拿回来。于是发起全国总动员，把能参战的士兵悉数派上战场，想以举国之力和秦国决一死战。做赌徒的代价是非常惨烈的。在接下来的战斗中，楚国再次惨败。与此同时，魏国、韩国等国家也趁机攻占楚国的土地。楚怀王眼见无力改变战局。 只能与秦国求和，最终以割地的代价让秦国退兵，实现了短暂的和平。纵观张仪在秦国发起的连横运动，之所以能屡屡成功，一方面得益于善于揣摩对手的心理，能抓住对手的弱点，并将其无限放大，最后为自己所用。但一切技巧在绝对实力面前都是徒劳的。连横之术成功的关键在于有秦国的强大实力作为依靠，即便对手吃了哑巴亏，也不敢发兵来讨。 只能默默承受。如果秦国势力不济，仅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恐怕早就被灭了几百次了。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秦国不断巩固自身地位，朝着霸主方向一步步靠近。就在秦国通过连横之术不断朝霸业迈进之时，新王登基的齐国也不甘示弱。齐威王去世后，其子齐宣王继位。齐宣王继承了父亲的雄才大略。 而且拥有当时一般君王不具备的宽广心胸。后来，儒家名师孟子来到齐国，齐宣王予以厚待，希望能得到治理国家的良策。孟子作为儒家名师，给出的一系列建议的核心思想是实施仁政。尽管孟子被后世称为圣人，他的思想也被视作伟大，但博爱仁慈的做法在战国很难立得住脚。在纵横家驰骋于诸侯之间时，孟子大声呼吁仁政。 在时人看来十分迂腐，这也是齐宣王虽用他却不能实践其政治理想的原因。孟子最终也像孔子那样，在诸侯征战的时代，只能成为学问家。但出充满阴谋与暴力的政坛，孟子离开后，齐国争雄天下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齐宣王在选择人才上越来越趋于实用主义的色彩，故而纵横家们轮番登场，为齐国的霸业献谋献策。其中最有名的人物。 便是苏秦的弟弟苏代与苏立，对此时的齐宣王来说，真正的对手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几乎所有诸侯国对秦国的强劲崛起都无能为力。秦国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灵活的外交，逐渐一枝独秀。齐国试图用扩张领土的方式来和秦国对峙，并成功将燕国吞下。后来，秦国通过离间的手段，让齐国把已经吞掉的燕国又吐了出来。挫败完齐国吞并燕国的阴谋后， 秦惠王又推出与楚国进行土地交换的计划。秦国的设想是以五关之外的汉中之地交换楚国控制下的黔中，这样可以使巴、蜀、黔的地盘连为一片，成为秦国稳固的大后方。于是，秦国使者出使楚国，向楚怀王递交了这个土地交换计划。不久前，秦国刚通过离间计使得齐楚之间反目成仇，随后张仪又用三寸不烂之舌把楚怀王耍得团团转。 不但失去了君王的威严，还因为战败损失了汉中六百里之地。这件事成了楚怀王心头之痛，他朝思暮想都想杀掉张仪，以解心头之恨。此次面对前来谈判的秦使，楚怀王直截了当地说：“如果能把张仪交出来，楚国愿意把钱中拱手相送。”楚怀王这番话纯粹是气话，因为他料想秦国不会交出张仪，这样说只是想发泄一下心中不满。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楚怀王作为一国之主，任何话语都可能被他人当作是承诺。秦始回国后，向秦惠王汇报了此事。秦惠王知道，用一个人换一片土地非常值得，但他又不能把张仪交出去，因为张仪为秦国的外交立下汗马功劳，他对张仪非常依仗。从对秦国的贡献来看，张仪的功劳和商鞅不相上下。秦惠王之所以杀商鞅，是因为他把秦国的王公贵族都得罪了一遍。但张仪和商鞅完全不一样。 失去张仪对秦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一旦用张仪的命去换钱中地，恐怕会让秦国的其他谋士心生不满，此后也不会有人前来投奔。想到这里，秦惠王打算拒绝楚国的请求。但张仪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有退缩，反而主动找到秦惠王，要求出使楚国，用自己来交换钱中之地。张仪的主动请缨让秦惠王大为吃惊，他十分不理解地看向张仪。 而张仪表现得非常从容不迫。他说：“楚怀王不会拿他怎么样，因为楚国目前的实力尚不能与秦国相比，在杀他之前必然有后顾之忧，不敢轻举妄动。其次，他与楚国大夫靳尚是好朋友，而靳尚又深得楚王夫人郑袖的信任。楚王最为宠幸郑袖，郑袖所说的他都会听。只要搞定靳尚、郑袖，楚王必不会杀他。再者，他是奉秦王之命出使楚国，作为大国使者。” 楚王肯定不会随意杀害。最后，张仪补充说：“如果楚王一意孤行，非得要杀了他，那么用他一命换得黔中之地，也是值得的。”张仪的这番话让秦惠王十分动容。虽然张仪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但身上也带有一丝武士视死如归的精神。他眼见张仪如此成竹在胸，便同意了他出使楚国。在他出使楚国之前，张仪事先和楚国大夫靳尚打了招呼。 不过，决定张仪生死的人仍然是楚怀王。当初楚怀王说要拿钱中地换张仪，实际上是一句气话。他断然没有想到张仪竟然如期而来。如今见到张仪只身跑到楚国，楚怀王又惊又怒，随即让人把张仪抓到大牢。此时，所有人都觉得张仪活不了多久。在张仪危难之际，楚国大夫靳尚却在暗中活动。他首先找到楚怀王的宠妃郑袖。 说他很快就会被楚怀王冷落。事实证明，女人根本不关心国家大事，她们只在乎争风吃醋。郑秀听到这番话后，忙问其中的原因。晋尚便告诉他说，楚王如今一心想杀掉张仪，而秦王为了保住张仪，打算送一批美女给楚王。出于对秦王的尊重，楚王必然会宠幸秦女。如此一来，郑秀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晋尚通过诡辩，把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了感情问题。 虽然这种说法十分牵强，但用在女人身上特别管用。郑秀听完之后非常慌张，急忙向晋上请求解决方案。晋上见郑秀已经上钩，便告诉郑秀，只要他能说服楚怀王将张仪释放，他依然能够得宠。听完晋上的建议后，郑秀便经常在楚怀王枕边吹风。他告诉楚怀王，一旦张仪被杀，秦国肯定会攻打楚国。如果楚国城破，他恐怕会遭人凌辱。 说到此处，郑袖不自禁的大哭起来。楚怀王看到怀中美人哭得如此梨花带雨，便静下心来思索杀掉张仪的后果。杀掉张仪只能加深与秦国的仇恨，除此之外得不到任何好处。最终，楚怀王内心产生了松动，便放弃了杀孽。紧接着，楚怀王便下令将张仪释放，并以礼相待。张仪活着回到秦国后，举国上下都觉得他是个神人。这件事。 既反映了张仪高深莫测的本领，也体现了楚怀王外强中干的性格。这也是秦楚之间不同的国家性格。秦国的厉害之处，不全在其令人恐惧的军事实力，也在于其富有成效的外交。秦国的战略是尽力阻挠东方诸国可能的合纵，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这种瓦解策略被称为连横。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叫合纵。张仪对合纵连横有着深刻的理解。 同时，也将连横之术发挥到了极致。此后，张仪又凭借自己出色的外交能力，成功的说服楚国、韩国加入连横阵营。为了奖励张仪给秦国做出的贡献，秦惠王封张仪为武信君，赏赐给他五座城邑。从秦惠王始，秦国开启了扩张时代。秦国军事力量之强，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一百万的常备军，即便放到人口大爆炸的二十一世纪， 也算得上是庞大的兵力。秦惠王以百万雄兵为后盾，以张仪的连横为主要外交政策，远交近攻，拆散敌人的同盟。这种军事加外交的模式是秦国屡战屡胜的法宝。公元前三百一十一年，就在秦惠王准备继续挥鞭中原时，在位二十七年的他突然去世。他的死让周边邻国深深松了一口气，但张仪心里却五味杂陈。此时，张仪已经为秦国效力了十八年。 除了在魏国闲居了几年外，其余时间基本上都执掌秦国大权，对秦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并非所有的功臣都能讨得君王喜欢，有时候过于亮眼反而是一种错。秦武王继位后，对张仪非常不友好，不想让他继续执掌秦国大权。两人暗中较了几次劲。张仪是个聪明人，商鞅的下场他还历历在目。一个臣子要斗过君主，这个胜算太小，不值得去尝试。 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得罪秦武王，可是树倒猢狲散，习惯于落井下石的朝臣们不遗余力地在新君王面前攻击这位纵横术大师。想置张仪于死地的人不仅来自秦国内部，还有来自国外的势力。齐国人在这个时候别有用心地传播对张仪不利的言论，想趁机借刀杀人。但张仪在应对这种困境的时候，要比商鞅聪明很多。他没有选择落荒而逃，那样。 只会被人抓住口实，但继续留在秦国也不是明智之举。为了能够全身而退，张仪想出一个计策，他向秦武王主动请缨前去魏国，因为齐国人对张仪恨之入骨，只要魏国能够收留他，齐国必定因此怨恨魏国。一旦齐国与魏国交兵，秦国就可以趁机攻打韩国，进而直逼三川，让周王室交出祭器，同时得到周王室收藏的天下户籍与地图。 从而成就帝王大业。秦武王本来就看张仪不顺眼，如今看他主动请缨到魏国，便满口答应，并送给他玉帛与马车，让他体面的离开秦国。张仪到达魏国后，齐国果然对魏国用兵，要求魏国交出张仪。齐国人之所以如此痛恨张仪，是因为他破坏了齐国的霸业。本来齐国和秦国是东西双雄，在张仪合纵战略的破坏下，只能屈居于秦国之下。 面对齐国的发难，魏襄王一时不知所措。此时，张仪再次站了出来。他派自己的家臣冯喜出使楚国，征得楚怀王的同意后，又以楚国使者的身份出使齐国。冯喜作为张仪身边的门客，深谙张仪的外交精髓。他告诉齐宣王，如果继续攻打魏国，实际上是给张仪建立功勋。张仪之所以来到魏国，就是为了引发齐魏相争，秦国可以趁机攻打韩国。 直逼周氏。如果让张仪得逞，那么他就为秦国再次立下大功。齐宣王一琢磨，的确如此，便放弃了攻打魏国。就这样，一场危机被张仪轻而易举地化解了。随着齐国撤兵，魏国也转危为安。魏襄王念张仪退敌有功，又拜他为丞相。公元前三百零九年，这位叱咤风云的纵横大师病逝。作为魏国人，他一生多数时间为秦国人效力，打击自己的祖国。 可晚年叶落归根，还获得了高官厚禄，可谓一生官运亨通。张仪是秦国扩张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最伟大的成就就是以连横的战略破坏东方诸国的合作，使得秦国牢牢占据外交主动权。在封建专制时代，个人能力强弱对国家兴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失去张仪后，秦国并没出现人才断档，填补张仪空缺的是另外两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一位是左丞相甘茂，另一位是右丞相初里集。如今我们听到的“智囊”一词，最早便出自初里集。智囊是他的江湖名号。初里集在出任丞相之前，已经为秦国立下赫赫战功。公元前三百一十七年，初里集大败三晋联军于修鱼，斩首八万。公元前三百一十四年，初里集击败韩师于暗门，斩首万人。同年，攻魏取曲沃，降交城。 公元前三百一十三年，初李吉攻赵，鲁赵庄、许令地。公元前三百一十二年，初李吉会同魏章、甘茂攻楚，大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他是秦国的常胜将军，多次出征，无一失手，不愧智囊的称号。与初李吉相似，甘茂也是文武双全。甘茂本是楚国人，后来到秦国寻求机会，在张仪和初李吉的联合举荐下，秦惠王开始重用甘茂。 在伐蜀之战中立下大功，有了这两位的辅佐，秦武王准备施展远大抱负。他的目标是超越秦孝公和秦惠王。他直言不讳地对甘茂说：“自己想直逼周室，把象征权力的九鼎带回秦国。但要直逼周室，就必须打通韩国。为了建立不朽之功，秦国打算对韩国用兵。在选择伐韩主帅方面，最佳人选应该是出里疾，但秦武王担心出里疾功高盖主。” 一旦伐韩成功，势必对他形成威胁。出于制衡方面的考虑，秦武王最终让甘茂挂帅出征。但甘茂是个明白人，他自知能力不如初里吉，伐韩之战关乎秦国国运，最合适的人选是初里吉。如今秦王刻意撇开初里吉，让甘茂左右为难，因为初里吉是举荐自己的恩人。除此之外，如果自己独占伐韩之功，以初里吉在朝中的威望，恐怕后续会处处为难他。 想到此处，甘茂想了个办法。他告诉秦武王，攻打韩国宜阳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成功。倘若在此期间有人说他的坏话，那伐韩之战就会半途而废。秦武王听懂了甘茂的话中话，他向甘茂承诺，一定不会听信谣言，让他安心出征即可。得到秦武王的保证后，甘茂才率领大军向韩国进发。韩国的宜阳城是一根硬骨头，尽管秦军骁勇善战。 但在韩国的誓死抵抗下，秦军攻打了五个月，仍未拿下。此时，一旁的楚国开始摇摆不定。楚怀王想支援韩国，因为秦国拿下宜阳会对秦国非常不利。但楚怀王被秦国人欺负怕了，他并不愿意与秦国人作对。后来，楚怀王想到一个计策，他把大军放在宜阳边境，准备伺机而动。楚国的动向让甘茂感觉到不妙。更不利的是，秦国内部对他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声。 这其中就包括初里吉和公孙爽，面对苦战而不能得手的局势，秦武王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想要放弃宜阳。但此前秦武王向甘茂做出过承诺，秦武王的性格直率刚强，当然不会不认账，只能硬着头皮顶住诸方压力，把宜阳之战进行到底。战事持续到第二年，公元前三百零七年，宜阳的战事仍在持续。 包括周王室在内的整个中原诸侯国都在关注这场战事。这场战争的关键在于楚国会不会参战。为了打消楚国参战的念头，并尽快拿下宜阳城，秦武王顶住了国内的压力，不但没有退兵，又遣重兵投入宜阳战场。秦武王倾国内精兵攻略宜阳，志在必得。这个架势，终于迫使楚国人不敢轻易参战。然而，宜阳之坚固，实在是名不虚传。 尽管甘茂获得生力军的支持，以钢铁般的意志对固若金汤的宜阳城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可是仍然举步维艰。一贯英勇的秦国兵团也疲惫不堪，甚至厌战，听到战鼓声时也不往前进攻。甘茂深知，此役不仅牵扯到秦国的国运，更牵扯到自己的前途。倘若拿不下宜阳，必定会遭到樗里吉、公孙爽等人的排挤，届时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为了拿下宜阳，甘茂把自己的家财散给士兵，试图用重赏来激发士气。此时，秦军和韩军均到了崩溃边缘，谁的意志力更胜一筹，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最终，在甘茂的重赏政策下，秦军登上了宜阳城头。宜阳沦陷后，秦军进行了疯狂的杀戮，此役斩杀韩军六万人。拿下宜阳后，甘茂又乘胜追击，将战果扩大到整个韩国。宜阳之战的胜利。 让秦武王实现了车通三川的梦想。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直逼周氏。秦武王派出李吉率领一百辆战车进入到周王室领地。周赧王知道来者不善，不知该如何躲过这一劫。但就在此时，秦武王去世了。秦武王为了展示自己夺取九鼎的决心，他与手下大力士进行举鼎比赛，最终出现了意外，导致腿骨断裂，引发了感染，最终意外身亡，不幸英年早逝。 秦武王之死让周王室得以苟延残喘。与此同时，秦武王之死也引发了秦国政坛大乱。由于秦武王死得太突然，又没有儿子，继任者只能从秦武王的兄弟中挑选。其中，公子壮和公子继最有资格。公子壮是秦武王的亲弟弟，是秦惠王的嫡子，从血统上说，他最有资格成为秦王。其次，公子壮得到了惠文后与武王后的支持。惠文后就是秦惠王的王后。 是公子壮的生母。公子稷是秦惠王的庶子。秦武王去世之时，他正在燕国当人质。表面上看，公子稷并不占优势，但他却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母亲，名叫芈八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芈月。芈月是楚国人，嫁给秦惠王后深得宠幸。依靠秦惠王的宠幸，她把自己的亲戚大量安插在秦国高位，编织了一张强大的关系网。芈月有两个弟弟。 一个叫魏冉，是他的同母异父弟弟；另一个叫芈戎，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魏冉被封为冉侯，芈戎则被封为华阳君。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而芈月最大的杀手锏是得到了初里疾的支持。在芈月与魏冉的密谋下，公子季被秘密接回秦国，并拥立他为秦王。而惠文后和武王后也拥立公子壮为季君。随着两股争夺王位的势力正式形成。 秦国内乱由是爆发，芈月在处理问题方面非常有魄力，而且雷厉风行。他将魏冉提拔为将军，负责守卫秦国都城咸阳，实现了先发制人。同时，不断拉拢出里疾，以获得军方的支持。最终，双方经过三年内战，芈月帮助公子季取得了胜利，而公子壮被当做了乱臣贼子。公子季胜利后，成为了秦国君主，是为秦昭王。芈月成为了宣太后。 后来，芈月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公子壮一方的势力悉数诛杀。此时的秦昭王尚且年幼，芈月和魏冉趁机把持了朝政。秦昭王继位后，为了惩罚背叛秦国的魏国，派出李吉和甘茂兵分两路讨伐魏国。此时的甘茂失去了秦武王的庇护，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当甘茂在前线打仗时，公孙爽和宣太后共同制造谣言来诬陷甘茂，担心受到迫害的甘茂。 最终选择投奔齐国。秦国的内乱让齐国看到了战胜秦国的希望，一心谋求对外扩张的齐宣王绝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甘茂的加盟让齐国纸面上的实力大增，但齐宣王并未重用他，因为他的妻儿还在秦国，他也是被迫无奈才投奔齐国，并非主动归降。齐宣王这样做也能理解。后来，齐宣王意识到甘茂的价值，开始重用甘茂。秦国得知此事后。 想让甘茂回心转意，也开始善待甘茂的家人。但甘茂自知秦国是个是非之地，他决定留在齐国。秦国的三年动乱让自身的强势外交大受挫折。相反，此时对儒家仁政失去兴趣的齐宣王也大力发动外交攻势。此时的齐国聚集了不少谋臣，包括苏代、苏厉、甘茂等人。此外，还有著名的公子孟尝君。为了达到合纵的目的。 齐宣王再次向楚怀王抛出橄榄枝，希望两国能冰释前嫌，共同联合起来对付秦国。但此时的楚怀王非常希望能和秦国交好，因为把持秦国朝政的宣太后与魏冉都是楚国人。楚怀王觉得，基于这层关系，可以迅速拉近秦楚两国之间的距离。后来，楚国大臣昭雎认为，应该与齐国结盟，因为楚国要想拿回失去的土地，就必须拿秦国开刀。如果与秦国结盟， 在齐国被打败后，秦国还会一点点蚕食楚国的利益。楚怀王听后感觉有道理，于是同意了齐楚两国结盟。后来又把韩国拉拢进来，共同来抵抗秦国。但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毫无疑问，楚怀王就是猪一样的队友。在各路诸侯国的博弈中，楚怀王扮演的几乎是一个傻子一样的角色。楚国刚答应和齐国结盟，紧接着又被秦国瓦解。 秦国用贿赂楚国重臣、两国通婚的方式，就将楚国拉了回来，让楚怀王坚定站在秦国一边的根本原因，是他觉得芈月和魏冉都是楚国人，他们执掌的秦国实际上就是楚国的后花园。这种天真迂腐的想法，始终贯穿在秦楚外交中。面对楚怀王的左右摇摆，齐宣王派甘茂出使楚国，向楚怀王分析秦国的威胁，并希望齐楚两国能结成联盟。 尽管楚怀王被秦国反复欺骗、蹂躏，但他始终幻想与秦国保持亲密的关系，因此再度拒绝齐国。楚怀王的反复无常彻底让齐宣王失望，他彻底放弃了楚国，进而把魏国、韩国拉拢在一起，组成了合纵联盟。紧接着，齐宣王把楚国当作第一个讨伐的目标。就在甘茂准备大展拳脚之际，甘茂却突然病逝，一位全能的将才就此陨落。 甘茂的去世并未阻挡齐宣王的动作。公元前三百零三年，齐宣王委任孟尝君为主将，率领齐国军队，会同韩魏两国大举讨伐楚国。楚怀王自知不敌，紧急向秦国求救。为了能成功搬救兵，楚怀王甚至主动把太子横送到秦国做人质。秦国暂时不想失去楚国这个盟友，于是发兵救援，最终化解了楚国的危机。秦国打退韩魏齐三国联军后，一路长驱直入。 又拿下了韩国和魏国境内的城池，最后逼迫韩魏两国再次臣服于秦国。秦国的表现让楚怀王甚是欣慰，他觉得自己找了一座靠山。可就在此时，楚怀王的春秋大梦被打破了。公元前三百零二年，入质秦国的太子恒与秦国一位大夫发生了口角，后来演化为斗殴。在斗殴的过程中，太子恒将对方打死，随后逃回了楚国。堂堂一名士大夫被打死。 事后，凶手还顺利逃脱。秦昭王得知太子恒的行为后，非常震怒。他不顾之前的秦楚友好，派兵直接攻打楚国。瞅准时机的齐国再次联合韩魏两国一起进攻楚国，一时间，楚国面临以一敌四的被动局面，形势相当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楚国最好的方案是与秦国和解，只要能跟秦昭王道歉，维护秦国君主的尊严，此事也就作罢。但楚怀王选择了和秦军正面硬杠。 他派昭雎率领大军前去抵御秦军，但昭雎是一个主和派，他劝谏楚王不要与秦国交恶，让齐国渔翁得利。但楚国依然我行我素，让昭雎坚决抵御秦国。昭雎本无意与秦国交锋，打起仗来非常不卖力，胜负很快便见分晓。此役，秦军获得斩首两万的战果，楚军遭遇重创。但这只是楚国悲剧的开始。在秦军大败楚军的同时， 以齐国为首的三国联军与楚军隔江对峙，双方进入了焦灼状态。此时的齐宣王已经重病缠身，他想在死前看到齐国拿下楚国，遂命令前线强行渡河。但前线主帅匡章认为，此时渡河只是白白送死。他告诉齐宣王，要么杀了他，要么无条件信任他。齐宣王听后自知自己的做法欠妥，只能任由匡章自行决断。匡章是一名出色的将领。 在找到楚军弱点之前，他不会盲目出兵。由于楚军以河流为防线，匡章希望能找到一处水浅的地方涉水而过。可是每次侦查人员都遭到对岸楚军的阻挠，楚国士兵以密集的箭雨迫使齐国士兵无法靠近河流。正当匡章无计可施之时，一位当地人告诉他，只要看对方的兵营就能判断出水的深浅，兵多的地方水路就是浅的，兵少的地方水路就是深的。 匡张在获悉这个重要情报后，立即观察对岸敌军的分布情况，眺望楚军兵营与旗帜，轻而易举地确定水浅区。他下令军队做好准备，精选强壮的士兵为先头部队，在夜黑风高时从水浅的区域种水而过，出其不意地发起突袭。六个月的对峙令楚国士兵有所松懈，在齐军的猛击之下，正在睡梦中的楚军如梦游般作战，根本组织不起强有力的反击。 齐军在巩固滩头阵地后，后续部队源源不断的渡河，战斗成一边倒的格局。在这个名为垂沙的小地方，以齐军为首的三国联军大破楚师，楚军伏尸遍野，楚军主帅也在战斗中被击毙。此役令齐国威震天下。当胜利的消息传到齐都临淄城时，齐宣王已是病入膏肓，在弥留之际，终于完成一个心愿。这位一生幻想着重述齐国霸业的君主，不久后便溘然长逝。 在位共计十九年，齐宣王在位期间能任用贤能，崇尚文学，使齐国稷下学宫成为天下学术重镇。比起前任齐威王，齐宣王的对外政策更具扩张性，维持着与秦国的对等地位。而楚国经此一役，北方的多个城池被韩魏两国夺取，整体实力大打折扣。当楚怀王把复仇的希望寄托于秦国身上时，不但没有迎来救兵，反而开启了另外一个噩梦。 芈月和魏冉虽然是楚国人，但为了表示对秦国的忠心，不但没有对楚国格外示好，反而用更残酷的手段来打击楚国。公元前三百年，秦国丞相初里疾去世，魏冉成为丞相。由此，秦国在对外政策上更加激进。魏冉向秦后第一件事就是派遣华阳军率领大军再度攻楚。面对秦军的虎狼之师，楚军一败涂地，阵亡三万名将士，国难当头。 楚怀王不仅没有反思，反而大搞迷信活动，把打败秦军的希望寄托在鬼神身上。但鬼神没有站在楚国这边。为了挽回败局，楚怀王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太子横送到齐国做人质，请求齐国发兵相助。楚怀王此举可谓诚意满满。尽管此前楚国多番戏弄齐国，但看在楚国诚意满满的份上，齐国打算接受。眼见齐楚有再次联手的可能。 秦国也动用外交手段进行离间，为了讨好新上任齐闵王，秦国也打算送上人质讨好齐国。这个人质必须是身份尊贵的人，但秦昭王还没有儿子，于是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泾阳君公子氏送到齐国。公子氏是宣太后的儿子，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去齐国，足以看出秦国的诚意。因为一旦两国交恶，人质随时可能送命。 此时的齐闵王刚刚上位，秦国与楚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便送来人质，这让齐闵王感觉到有些飘飘然。既然两国都表现了诚意，齐国便选择保持中立。搞定齐国后，秦国便开始大举进攻楚国。公元前二百九十九年，秦国连下楚国八座城池，兵锋之盛，楚军不能阻挡。就在楚怀王不知如何应对时，秦昭王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回顾了秦楚两国的和谐岁月。 表示愿意在武关和楚国重新结盟。楚怀王收到书信后，内心忐忑不安，不知该如何应对。武关虽然是秦楚边界，但仍位于秦国境内。楚王害怕此行是自投罗网，对此，楚国群臣也是极力劝阻他前往。但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表示应该赴约，不要拒绝秦国的好意。最终，楚怀王听从自己儿子的建议，并回复秦使，表示会如约前往武关赴约。 到了约定的日期，楚怀王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武关，但迎接他的并不是秦昭王，而是全副武装的秦国士兵。一大群身强力壮、身着盔甲的士兵簇拥在楚怀王的马车前后左右，一人在前面带路，一路直奔咸阳而去。一路上，楚怀王被当作囚徒一样对待。到了咸阳，身心俱疲的楚怀王没来得及休息，就被拉去见秦昭王。此时的楚怀王才彻底明白。 一切都是秦国人的阴谋，对方根本没打算和自己结盟。想到此处，他心里满是后悔，但后悔已经于事无补。楚怀王比秦昭王大几十岁，不想对他卑躬屈膝。秦昭王则将其软禁起来，逼迫楚怀王割地求和，并向秦国俯首称臣。身陷囹圄的楚怀王表现出来难得的硬气，他拒绝了秦昭王的所有请求，并要求平等对话。两者陷入僵持阶段。 谁都不肯相让。楚怀王被软禁的消息传到楚国后，举国上下一片慌张。国不可一日无君，危急时刻，昭雎提出一个方案，他打算派人到齐国假传楚怀王的死讯，迎接太子恒回国继位。齐国由于距离秦国比较远，还未能知道楚怀王被秦王扣押的真相，更不知道楚怀王的生死，所以昭雎的方案是行得通的。昭雎的方案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于是派出使者，马不停蹄地到齐国，把事先编好的谎言向齐闵王说了一遍。齐闵王虽然不明真相，但不甘心就这样放太子恒回去，必须在楚国身上捞取利益才可。齐闵王告诉太子恒，要想回国继位，必须割让楚国东部五百里土地给齐国。如若不从，就任由楚国另立新王，届时太子恒恐怕性命难保。太子恒没有选择的权利。 为了尽快脱身，他便答应了割让土地的要求。齐国得到承诺后，便派人护送太子横回国，并成功登基，是为楚顷襄王。楚顷襄王登基后，齐国随即派出使者前来讨要此前承诺的五百里土地。顷襄王拿不定主意，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对策。对此，有人表示应该履行诺言，向齐国割让土地；有人表示坚决不能割地；还有人表示应该与秦国结盟。 讨论结束后，顷襄王依然拿不定主意。最后，他请求自己的老师著名大家慎道。慎道表示，可以先派人到齐国履行割地承诺，等使者出发的第二天再派人到齐国边境镇守，然后再派人放出风声，宣称楚国要与秦国结盟，并向秦国求援。顷襄王对慎道的方案半信半疑，但此时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能按照慎道的方案实施。事实证明。 慎道的这个方案收到了奇效，楚国的一系列行为把齐国君臣看懵了。楚国一方面声称要履行割地的承诺，另一方面又做出抵抗的姿态，同时又摆出向秦国求援的样子，这让齐国人看来楚国内部意见不统一。慎道的妙计就是令齐国人产生误判，以为楚顷襄王在国内不能掌握实权。倘若齐国人要接收土地，那么楚国的激进派便会拼死抵抗，保卫领土。 并不惜与秦国联合，借兵攻击齐国。这么一来，齐国非但不能捞到好处，反而置自己于不利的局面。在权衡利弊之后，齐闵王最后放弃了对楚国索要土地的要求。此次兵出险招，让楚国躲过了一劫。缓过神来的顷襄王派人到秦国，告知对方楚国已经有君主，囚禁楚怀王是没有用的。秦昭王得知楚国另立新王后，暴跳如雷，当即派军前去讨伐楚国。 尽管请襄王的态度很强硬，但仍不能改变楚国惨败的结果。此役，楚国再次伤亡五万人，并丧失了十六座城池。大胜归来的秦国人对楚怀王的看管逐渐松了起来。软弱了一辈子，楚怀王决定硬气一次，决心要逃出秦国。公元前二百九十七年，被软禁两年多的楚怀王趁秦国人不备逃了出去。他逃出咸阳城后，秦人才察觉。秦昭王马上下令。 封锁各条通往楚国的通道，严加盘查，坚决阻止楚怀王逃回国去。楚怀王反其道而行之，并未往楚国的方向逃跑，而是一路风餐露宿地往赵国奔去。只要能逃到赵国，摆脱秦人的追捕，就有机会返回楚国。历经艰辛，他最后终于走到了赵国。让楚怀王失望的是，赵国不想为了一个落魄的君主得罪秦国，因此拒绝他入境赵国。 楚怀王不得不改变逃亡路线，最终被秦国人抓到，再次被押往咸阳。公元前二百九十六年，悲愤交加的楚怀王病死在秦国。作为一位大国君主，令人怜悯的同时，不得不说这样的悲惨结局也是咎由自取的。楚怀王死后，秦昭王把他的遗体送回楚国，楚国百姓都十分同情怀王的遭遇，同时对秦国的背信弃义十分愤怒。至此，楚国宣布。 与秦国彻底绝交，他们总算看清了秦国的豺狼本性，只是付出的代价过于惨重。楚怀王死后，楚南公说了一句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后来这成了一句预言，可是，在当时也仅仅只能看作楚国人自我激励的安慰话罢了。在楚怀王逃亡之时，齐国纠集了韩、魏两国，在著名公子孟尝君的率领下，开始新一轮对秦国的围攻。齐国和秦国之间的对抗。 也被推向高潮。公元前二百九十九年，齐闵王派孟尝君护送在齐国做人质的荆阳君回秦国。齐王之所以安排孟尝君陪同，就是为了说服秦昭王释放楚怀王。到了咸阳后，秦昭王见到孟尝君，对他十分赏识，并有意让其留在秦国任大秦的丞相。但后来有人在秦昭王面前提示张仪在魏国做卧底的事情，切不可用孟尝君。秦昭王听后便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他不想放孟尝君回去，以免给秦国制造麻烦，打算将其软禁起来。孟尝君号称拥有食客三千，他很快便洞悉了秦昭王的阴谋。为了逃离秦国，他让手下一名能说会道的食客辗转找到了秦昭王的爱妾，请求他在秦王面前多说几句好话，让齐国使团能顺利离开秦国。这位王妃倒没有拒绝，但提出一个条件，希望能得到一件狐白裘衣。 这件狐白裘衣是孟尝君出使秦国时送给秦昭王的一件厚礼，堪称天下无双。秦昭王的王妃对其一见钟情，但秦昭王后宫佳丽太多，无法分配此件裘衣，便将这件宝物置于仓库中，并派重兵把守。要想从库中拿回此件宝物，并非易事。此时，孟尝君手下一名善于偷鸡摸狗的食客站了出来，表示自己可以从库中偷得此件宝物。后来， 此人凭借精湛的偷盗技术，成功潜入秦国仓库，并模仿狗叫来转移秦国守兵的注意力，最终成功逃脱。当这件狐白裘衣被交到秦王爱妾手里时，他也兑现了诺言，在秦昭王耳边不断的吹风，最终使得秦昭王为孟尝君一行人发放了通行证。拿到通行证后，孟尝君一刻也不敢停留，赶紧备了马车，飞驰离开咸阳城。他很清楚。 秦王只是一时犯糊涂，才会准许他离开。一旦清醒了，必定会收回成命。事实证明，孟尝君的担心是对的。很快，秦昭王就后悔了，他派出快骑前去追赶孟尝君一行人。孟尝君一行人很快赶到了函谷关，出了函谷关就能逃离秦国。但他们到达函谷关时已经是后半夜，关口大门紧闭。此刻的孟尝君不能耽误时间，一旦被追赶的秦军赶上，就会前功尽弃。 为了让函谷关守城将士打开城门，他手下的一名食客模仿起了鸡叫，让守城将士误以为天亮，遂打开了城门。孟尝君把握机会，顺利出了函谷关，成功逃离了秦国。孟尝君的食客因为这个典故，也被后世称作“鸡鸣狗盗之徒”，并被士大夫们所不耻。但孟尝君并非徒有虚名，在此后的伐秦之战中，他表现得非常亮眼。公元前二百九十八年，齐、魏。 韩三国联手，由孟尝君担任主帅，进攻函谷关，并成功击败秦军。秦军失利的消息传来咸阳后，秦昭王十分震惊。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很少受到外来侵略。这时的秦昭王颇为后悔，当初没有杀掉孟尝君。由于秦国的精锐兵力尚在楚国，来不及调往函谷关战场，因而秦昭王打算以割地的方式与孟尝君谈和。而孟尝君对城池不感兴趣。 而是趁机要求秦国释放楚怀王，秦国一方答应孟尝君将释放楚怀王，同时要求三国联军从函谷关撤军，这样这场战争便宣告结束。三国联军撤退了，向来没有信用可言的秦昭王又一次食言，拒绝履行释放楚怀王的承诺。孟尝君的如意算盘最终成了幻影，秦国的食言让孟尝君十分恼怒。公元前二百九十六年。 孟尝君组织了韩、赵、魏、齐、宋五国联军，再次杀向秦国。面对来势汹汹的联军，秦昭王并无胜算，于是再次祭出割地求和的把戏。就在此时，楚怀王在秦国病逝。楚怀王一死，孟尝君无意继续讨伐秦国，因为攻城略地所得的一切好处只会落到其他国家头上，对自己终究无益。他同意了秦昭王的割地条件。根据该协定，秦国归还韩国河外之地及五岁。 归还魏国河外之地及风陵土地，交割完毕后，五国联军从秦国地盘撤军。第二次伐秦之役结束。孟尝君发动的这两次伐秦之战，虽未重创秦军，伤及秦国的国本，但给不可一世的秦军一个教训，也让世人明白，秦军并非不可战胜的。在秦国和齐国常年争霸的过程中，率先倒下的并不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反而是左右摇摆的楚国。不得不说。 在大国博弈中间，要么有足够的实力，要么有坚定的立场，摇摆不定只会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